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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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hello, hello. 听得见吗？听得见吗？我要开游戏声音喽。哦、oh, ，听起来是没问题的，是不是？大家晚上好，晚上好。今天是我们的 Among Us， 还有我们一群可爱的 V 朋朋一起来心结时间到了，非常的紧张。其实每次玩 Among Us 都觉得很紧张哎，就是对。准备要跟大家心结的部分，然后你要学会怎么去咬着人家不放。哇、哦，真的是颇困难的。听得见啊，听得见。好诶、欸、好诶、欸、感谢你们，感谢你们。等一下呢，因为是联动，所以然后没办法及时恢复聊天室，但只要妹妹你死了，就可以跟你们聊天，好吗？所以啊，不用担心，不用担心。然后你们的留言你都会看到，所以欢迎大家来聊天留言呐、啊。安安安安，晚上好，来看看有谁来了。路人甲安安，晚上好。谢谢安安，晚上好。小尖晚上好。杰哥安晚上好。听讲安晚上好。血鸡刀安晚上好啊。回见安安安，晚上好，晚上好。安安安安安安，俊哥还有晚上好。初见安安，很重要的人，今天来初见，初见安安呢。还有。等一下呢，你们有看我们下面这一排小朋友们，可爱的一个一个小朋友们，今天有几个人啊？十个，包括妹妹，你总共有十人。今天算是蛮大场的了。巧克力啊，晚上好，感谢看球，晚上好，晚上好啊，妹妹你可以，不是吧？不是吧？马上一进来就这样的吗 ？QQ 啊，晚上好。我觉得那个 QQ 比较可以啊，那个 SARS 我们等下把它投出去。我炸了，你在帮我暖场对不对？对，我们需要这种气势好不好？这种气势就对了。希望小熊今天变成鸡腿，怎么样都会是熊腿，不会是鸡腿，你放心吧。SARS， 你们通通都很 SARS。大家一个一个都很 sus， 把他们一个一个都跳掉。不知道等一下会玩什么样的模式哎、欸，感觉上应该是一般职业或什么的，不知道会不会有躲猫猫。新模式其实蛮好玩的。那其实你们知道，美最近应该算是在，应该是已经做了那叫什么来着？那叫做很多的 Among Us 特训是不是？我们三不五时就要 Among Us 一下。你们等熊一下，我调个东西。嘣！等我一下下，我调一下我的画面。OK， 是哪一个跑掉啦？这个吗？这个？米米莉 ，Hello， 杨荣安呀，晚上好，感谢来看球，晚上好啊。我们不是同伴吗？为什么要爆料我？什么东西？啊，等一下，我的跳跳居然没出来。我的订阅跳跳呢？这个场地其实很久没用了耶。哎、欸，不是吧？时间过很快，已经五分了，必须要那个了，必须要进房间啦。熊爱心进房间了，等一下呢会跟大家讲话，所以呢，对，啊，在这，好了，有，成功了，太好了。我们要先进去那个，先进去跟大家讲话啦，大家拜拜啦，我们晚点见啦。等熊暑假了，我们就会跟熊讲话啦。完蛋，大家开始希望我们也会暑假，熊你暑假就可以跟我们讲话啦。厉害啊 ，SARS 熊什么东西？怎么又变 SARS 熊了？有人怀疑你是狼的话，你就说我是熊。好，我喜欢这个 QQ， 这个 nice， 这个 nice， 这个不错。好，我们进去。Hello， 哦，有人，好，有，我来了，大家超安静的，大家回来了吗？我来了，没有两个来了，我们还有一个人，刚刚突然发现没人讲话，我就默默的关麦，在干嘛？超安静。有收到你的贴图吗？有的，还有，哎、欸，有了，大家都开麦了，然后新的那个什么，新的房间代码我有传到联动区了，大家再进来一下哦。OK， 我们今天有十个人类，虽然有些不是人类，有些不是人类，那我们是有十只太空人。
我们感谢订阅三个月了，谢谢步步订阅三个月。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有谁？有我们的梅千十恋。Hello， 大家好，我是梅千十恋，我是小熊猫，不是熊猫，不是狸猫，也不是浣熊，小熊猫就是小熊猫。谢谢各位。哎、欸，是色尾吗？没有，所以有色尾吗？有，就是金色的。我们有一只色尾的小熊猫，再来是我们的米米莉。Hello， 大家好，我是大熊熊米米莉，是一只熊，不是狼。谢谢大家。啊喂，为什么有狼的部分？等一下，我玩 Among Us 啊，不是狼。谢谢大家。哦，有衔接到了。是。OK， 谢谢我们米米莉，带来是我们的西西呀。哦，大家啊 ，Hello， 我是目标成为全职 Vtuber 的星星啊，大家啊。然后呢，今年的目标是10000订阅，拜托了各位。哇，10000订阅，听到没有？去订阅，直接在任务行业。还在资讯栏有大家的家，大家可以传送过去，大家可以飞过去。再来是我们的高山 Am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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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那日文有点烂。没事啊，我跟你差不多。没事啊，我跟你差不多。日文有点烂。没事，不要紧张。深呼吸。深呼吸。好，我先做完自我介绍，好不好？不要紧张。OK， 好。嗨，那就各位观众，大家好，这边是米拉娟莎实习生公生惠里娜，是可爱的吸血鬼千金大小姐。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我应该不会是狼啦，应该吧。把应该去掉，好，我投你了，没有啦。是啊，还有，感谢 QQ， 感谢 QQ， 我们有用上。念错我名字，那我要投你喽。你会吃人的熊，不是吧？好了，没事，先接下一个，先接下一个。空包啊，空包啊！一开场就已经那个先行姐哈，还没开始先行姐，然后再来。还没开始先结下了仇。对啊。然后再来是我们下一位，下一位是我们的望月恩。哎呀，啊、没事，要出去了，有西姑，有西姑，联动加油！感谢小鸡，好喂，我很抱歉，联动的事要来看小熊，你不要让他知道哎、欸，要柔。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太赞了。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经常事故的龙魔女王爷。然后我不是恶魔，也不是魅魔，是龙。OK， 知道了吧？是龙。感谢大家。直锤事故，一喊到名字先跳掉。对，我很抱歉。一喊到名字先跳掉，再来是两只事故一起来搞事了。Oh no！ 再来下一个黄黄的是我。是我，我是丽兰，我也是一只事故虫，我是一只蛆虫，我是丽兰，然后我是一只虫虫，好，谢谢我，好，简单跳过，好了，我是今天的主角，我叫丽兰，然后各位观众们大家好，然后我的生物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生物，是大家不喜欢的生物，我是一条虫，而且还是蛆虫，是来自卡斯马斯哈哈，这会有什么问题呢？你们看那个右边，哈哈，这会有什么问题呢？下一位是我们的果果，困。Hello， 我是一脸得意，被染色的蓝色熊熊果果，放空。我被染成蓝色了，开始无聊了哦，不过啊，那这个好了啊，化学工业失误。小心身体。工业熊。我们是一只萝莉熊。九岁灰蓝色熊。然后再来下一个白白的，白白的是我们的经纪人后奶。另外我是把丽兰从废墟面捡回的贺奶。OK， 捡回来的贺奶。为什么中间卡顿一下？而且不是废墟，我是垃圾桶好吗？我是从垃圾桶捡回来的。OK， 再来是我们的狸猫。Hello， 摩西摩西，我是狸猫，不是猫是狐狸哦，也不是狸猫，对，是狐狸。喂，有哆啦 A 梦的百宝袋吗？没有，小以为他是猫，原来他是狐狸。各位，他是狐狸。我们的狸猫是狐狸，知道了吗？我是九条尾巴的。
九条尾巴的，知道了吗？九条尾巴的狐狸产生也很可爱，也是我们的新人。然后手机看最整条一边看，哦不，还是我们的牙齿。你扮演晚上好，大家好，我是狮子阿雅，新名呢，哎，模式呢，玩困难就玩困难的游戏是 VTuber。那我现在在突击直播，可以搜寻赤羽牙齿就可以了，就这样。现在在突击直播吗？那我要把你们流量导去突击了，因为我放的是你的那个 YT 吗？啊哈，没关系，我把你导去，把观众的大家都导去那里。等一下，我在说什么东西？我在说什么东西 ？OK， 我改了。来，我们今天要玩什么？我们今天要玩太空狼人杀。好喂，要来！我们今天要来星爵大战，然后有些大部分都是我们初见的新朋友，那我们感谢你们很，我感谢你们很，我在说什么？感谢你们来到我的直播。OK， 没事。哦，原来炫耀狗狗，看我的狗。为什么你要狗狗？你为什么要狗狗？这是我领养的。氪金。你怎么不是养熊？有没有熊可以养？小狗狗，可爱。你还可以摸它哎。对呀，我就心疼了一下我刚才说什么。我要说的是，感谢你们来到了我的直播，谢谢你们接受我的邀请，谢谢你们，感谢我们初见的好朋友们，希望。未来可以继续找你们直播，耶、yeah! ！没问题，没问题。我是一只非常多事故还不会讲话的虫虫。好了，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怎么玩。我们今天会先由我们的一般模式开始玩，然后就是我们会有十个人嘛，然后我们会有两只是我们的背叛者，我们两只是狼，我们要想办法去找出那两只是谁。然后我们今天玩的地图会比较大一些的，所以它一开始进去的时候会有三个选择区，然后大家可以去选择自己想要出生在哪边，然后每个人的选择区都会不一样，所以你一开始降落的时候会看到不一样的人，然后不要怀疑，你没有跟大家走散，你就是一个孤独的出生，没有啊？我不，太不巧了吧？然后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找出那两个人。然后我们目前没有开任何职业，对，我们目前没有开任何职业。之间会互相吸引。对，我们现在是先从最一开始的开始玩，然后后面会开始慢慢增加职业啊。然后如果后面有时间，大家还想继续玩的话，我们可以来玩躲猫猫模式。躲猫猫就是想办法不要被人家抓到，然后不要被人家杀掉。OK， 没问题。好，没有问题。好，没问题。然后我们中间会有一个拍桌大厅，那个拍桌大厅，我们一场只会有一次机会，然后是大家共用的，所以大家要珍惜这个机会。好，我们开场就去拍。好，开场就去拍吗？好，先把你票出去，就这么决定了。是不是有点快？对，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我没讲到的吗？好像没了，是。然后大家是什么颜色的话，可以看我们的直播间下面有一个一排一排的跳跳，大家那就是大家的颜色了。OK， 没错，这样真的是蛮方便的，这个工具真的是蛮方便的。大家可以直接看人家是什么颜色，对，赞，可以，方便了。OK。然后我们地图很大，然后还有什么？好像没了。反正就是我们的好人要想办法帮助好人，然后坏人要想办法杀掉好人。OK， 就是我们的最基本的玩法。然后我们会有发言时间跟玩游戏时间。然后我们玩游戏的时间呢，我们就是要好人就是要想办法去捡任务，坏人就是要想办法去杀掉人家。然后我们好人的话，我们可以开麦，坏人也可以开麦，然后我们就是要大家一起聊天，一起玩。然后，但是我们路过，像我们今天走过去，是我们的灰奈奈耶。然后我们不可以讲，我们遇到了谁，我们可以说，嘿，
Hello 前面的哦、oh. 我们只能说 Hello Hello 前面的 Hello Hello 什么什么的，然后但是不可以讲到颜色，然后不可以讲到对方的名字哦、oh, okay. 然后你可以如果他在你前面杀人的话，你就说啊，我看到我前面有人在杀人了，但是我不能说他是谁，但是你要想办法去拍到那个桌。OK OK， 这样比较有趣一点，比较不会那么枯燥乏味。那我可以偷问一个问题吗？好的，请问这边有没有真心手啊？哇哇哇！其实是真心手，其实是真心手。我刚二十分钟前才下载游戏。Oh my god！ 哇哦！但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是可以提问啦，是可以提问，因为有些操作什么的，对。哇，咪咪大前辈，你说谁呢？还有狗狗哎、欸，他是大佬。对啊，你是大佬呢。好，你们都要服从于我了，我们可以开始游戏了。OK， 那大家都没问题哈。如果中途有什么疑问的话，再做提问，没问题的。那我开始了哟。好 ，OK。我们走吧。3, 2, 1 Go！ 我第一次用键盘玩，我以前都用手把玩，但是现在不记得手把怎么玩了。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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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擎室大厅，我只是一个大便，不要刷我。哦不，我们可以，我们可以一起。我们可以一起走。欸，所以是没有关麦的吗？所以是没有关麦的吗？没有没有没有。Hello Hello， 那他全程没有关麦吗？有一个地方要关麦，死掉的话就要关麦了。死掉的话就要关麦。哦哦 ，OK， 那我懂 ，OK。我在洗澡，好色。明白。好哦。好，那我懂 ，OK。OK OK。我的任务在哪？喜欢呢，那 Paper 可以看到我们的任务在哪里，只是地图有点太大了。为什么的任务这么多？然后谢谢可莫降落，你跟我们一起走。好，棒棒吗？哦，你干嘛？好可怕！有人在我旁边呢。哦，好多人在那里耶！哎，好多人在那里。这是尸体吗？啊？什么？一个骨头的是尸体吗？是尸体。点他！什么？点他！哎，死了！是谁？死了！这么快？对，等一下，太快了！为什么三个太快了？太快！好的，大家冷静，来，那个拍桌失恋嘛，失恋你在哪里看到的？打开地图看一下。我在电器室看到的。OK。那么，我刚刚是看到赫南往那个方向走啦。赫南，刚刚是在哪里？我刚才在引擎室。引擎室，所以你往左边走了是吗？是。嗯，那其他人呢？我现在是，我讲一下我的初始经过。我的初始经过是在牢房，然后往保险箱，然后再从保险库那边走到会议室，然后下来的时候就。下来到刚到引擎室的时候，就看到就听到有人说，怎那是骨头吗？然后那是死人吗？然后我就被拍过来了。然后我在离开之前有看到望月还有狸猫，那你有是狸猫在我旁边吧？是吗？好，我有看到丽兰，嗯，我跟望月还有丽兰一起，对，有看到赫乃吗？没有看到。煞死后呢？你刚刚说你在引擎室哦，差不多在引擎室哦。我一开始在货仓的时候，我有看到阿雅。货仓。对，我们就刚出来的时候，我有看到。对，我有看阿雅。哇哦！哇啊！等一下，现在那个赫乃，你不说话的话有危险哟。因为我从我出生开始之后，就一直从货仓一直到厕所，然后再到引擎室。我 OK 休息室那个。我刚刚我先说一下，我在淋浴间，但其实我刚刚是
对，我刚从档案室那边下来，然后看到就是赫乃经过淋浴间，然后想说，然后往下看，大家都往电器室走，我看到星西亚，但是他们都死光了，投票结束了，投票结束了，怎么办？哎，看你们要不要投啊？看你们要略过还是投？有点危险啊！哇哦，赫乃，看我们等一下讨论时间是不是要拉长一些？对，而且、对，那个丽兰有开。我今天晚上不是完蛋了，完蛋了，不是。那个是不是要换掉？对，可以改。我们一起走，我们一起走。改成谁不是谁？啊，把那个怎么办？哦，紧急的，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呢？这个要去剪，这个要去剪，这个要去剪，不然会结束。等一下。什么东西？离我好远！什么东西？有点远，这什么鬼？过不去啦！过不去啦！不是这里，不是这里，完蛋！过去。等一下，那个看地图，我也不知道怎么走。是那个吗？右边淋浴间。哦，没关系，我看到尸体了。哦不，死掉了。哦，死掉了。他在引擎室。死掉了。他在引擎室。他在引擎室。我刚刚从电器厅上来之后，到大厅有两个人，然后一个是从左边走过来的。明明你刚刚人在哪里？我刚刚在电器室那边，然后看到那个紧急任务后，就往大厅，然后淋浴间现在人在档案室。然后下一个是狸猫，你人在哪里？我在休息室，我刚刚原本要做那个会漂浮的东西过去，可是我发现他在对面，然后我就又让他去休息室，然后走一圈过去，有点迷路。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下一个是谁，我们的望月在哪里？我们先听一下大家。我刚一开始在驾驶舱，然后那时候我有看到失恋。但是后来我们到引擎室那边分开，然后我就一直往右到大厅，那我有遇到两个人，应该是丽兰跟咪咪狸吗？对，我刚好看到你。对，那我就一直往右走，因为我看淋浴间好像可以上去。怎么办？咪咪刚把人乱咬死了，我对不起赫乃，怎么办？大家是我的，而且现在怎么这么多人死了？我刚刚人就一直都在休息室，然后一直在清那个马桶，然后不知道怎么清，就一直卡在那里。竟然我跳东西，好的。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上来的时候遇到了谁。我上来的时候，从左边走到右边的是我们的望夜，然后从右边走到左边的是米米梨，然后但是你们到后面都是往淋浴间那边走，所以在引擎室的时候没有看到你们。然后我目前是在引擎室上面那边发现的，但我目前没有看到其他人，除了望夜以外，其他人经过那边。有人有看到望夜在左边或右边吗？没有诶，我刚刚都在右半部，所以没有看到他。那有人还有线索吗？我目前这里会小踩一下望夜。我好像没有办法辨解什么，我因为真的有遇到他。晚安，晚上好，李悠。晚安，晚上好。晚安，一个，还有一个，哇，还有一个，怎么办？我天哪，我们人有点少。对呀、啊，人有点少，可是地图好大耶、欸，不是吧？又是紧急任务。紧急任务到底怎么去啊？我的天啊！好像一左一右，一左一右，一左一右，好。没有纸，我在左边了，哦，我在右边，我在右边。你在等。我有看到。我输入了。我也输入了，没事了。啊，有了，全掉了。Hello。你不是坏人哈，可爱的问法。哎、，OK。你不是坏人哈。哎、欸，这里是哪里？你不是坏人哈。我觉得我们有那个地图障碍。我觉得我有。我觉得等一下要不要弄小一点地图？我觉得地图好像有点太大。好的，等一下换一张地图是吗？好的。
对啊，真的完成了。而且有一些任务我不会弄。没关系，我现在在寻找 WiFi。要怎么弄？你不是我杀的，超好笑。哎，其实这个大家会发现有人死掉呗，又有人关麦了。还是不关麦不讲话。哦，虽然晚上好，上班晚。他们好好笑。我把我的 WiFi 关掉了。WiFi 等一下，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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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你又是刚刚感谢看到啊，你不是大佬啊，救命啊！你要上场完了没？哎、欸，等一下，美丽要做任务，差点忘记，美丽快做任务，快做任务！人在哪里啊？我找不到你们。我在找 WiFi。哟、啊，我的 WiFi 结束了。我任务解完了。啊！狸猫。原来是狸猫。我狸猫好棒，好猛啊！你在我们第一局太猛了，我们第一局多六吗？这么人可以太嗨了吗？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原来是狸猫杀我的吗？那个区域只有三个人，对，有没有想到不是？重点是后面那边人超多，然后我一人一刀一个，好香啊！他跟我说一起走，我就想说不太对劲。没有啊，我是本来是想要让你一起走，我不想让你按刀。我小心，我抱歉。我说要在狸猫跟王爷面前跳个舞，结果他们就把我杀掉了。这是西亚，等下西亚，杀西亚的应该是狸猫，应该不是我吧？还是我。是你吧，王爷，我看到的话是你啊！真的吗？对不起，我知道自己杀了人。我先把上次跑步全部杀光了。配合太好。我一个接一个，我杀一个，他杀一个。对，真的。因为我那时候看到狸猫杀，我就我再杀一个。我任务做到一半就没了。然后我把地图稍微换了一张，但是我确实确定它好，它小不小张。然后我开了匿名投票，然后把投票时间改到了300秒。然后逐出后确认这个我也关掉了，所以大家会不知道谁是投出去的那个人是不是啦。OK，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死掉之后不要马上关 DC 的麦吗？要不然大家可能会发现，就是哦有人死了，就不讲话就好，这样子吗？对，就是在投票结束之后再把麦关掉。OK， 好，那我开始喽。好，我们试试看这张地图有没有比较小，应该有换到。好的 ，OK。我的右下角有一个小绿人在跑步。小绿人，我还是交在森林，我只是个大便。OK， 我想跟大便一起走。下雪了。哎，对，提醒大家，如果暑假之后记得做任务哎。我刚刚根本就没有做，鬼魂可以做任务。可以做任务吗？可以守护着你的屁股。是，要记得呢。对了，还要做任务，听起来很难。嗨嗨嗨！乐色出去啦，拜拜。哎，还要附身。啊！他不能发现我的狗不能摸耶，是不是只有狗才可以摸？这样子，它怎么又死了？死了快！不是双刀吗？来，我通道者，我先说一下现在的位置。现在位置是在通道，通讯室。刚好看到，我觉得我不应该开着地图走路，太危险了，真的。然后两只是并排叠在一起的。是，我们死的真惨。然后我刚刚在左边有看到牙齿跟望夜在，我跟他们两个一起在锅炉室那边。哎。我在那边倒垃圾，然后望夜还在氧气室那边，小杀然后牙齿我后面倒垃圾就看不到他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在哪。是下面的房间，对。OK， 那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人在哪吧。我在实验室。你妈在实验室，我刚刚旁边有一个人在
在摸东西。欸、憨吉，刚才看到了，我在实验室门口，然后赫南刚才走下去，我看到憨吉，但是因为我们那个玩游戏的时候没办法跟聊天室说话，这距离好远啊。我们这次是开麦、啊，对，没关麦模式，从运输船然后跑出来看到夏雪之后，绕了一圈，对，我在找地图的那个位置，然后我后来就走到那个找地图的位置，它旁边没有标那个房间名字的那边、哦，然后我又绕到旁边那个办公室。然后我就在玩我的宠物，我就以为是摸尸体了，对，就是我在摸摸 ，OK， 原来是在摸，原来是在摸宠物的部分，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哎、欸，那我这边要回报一下吗？我这边的话，刚从运输船那边做完任务之后，然后走到实验室这边做任务。运输船在哪边啊？就是我们刚刚最前面重生点的地方，刚开始那边。对，然后刚刚我在实验室这边也有看到一个人这样子，看到的是狸猫吗？是，没有错、哦。我在储藏室里面了，对，我要做储藏室里面的任务呢。喂、嗯，狸猫有看到、哦。我刚刚在打开那个电灯开关吗？还是什么的？然后旁边有一个在摸那个一块板子，然后后面就没有印象了。一块板子 ，OK， 一块板子，板子。你讲错，你讲错话真的会害死一个人哦，小心一点哦。你讲错话真的会害死一个人哦，我小心一点。就是那个墙壁上看到很像什么电子看到吗？明明你数了，所以我们在那边听他的狡辩。可以说那是你可以说那是任务。听听这些都在说什么话？不要说那是板子，搞得好像我在破坏电源一样。然后我就被票掉了，抓到了，没有，是不是？他是做任务，还有人没讲吗？对，我们目前有谁没有？果果没有在场。果果他说他有在，我在实验室门口摸那根电棒，对，那根电棒。你在实验室门口。嗯，所以实验室有三个人，我知道两人是谁，但还请自行分析。那前面谁知道是谁？因为我被杀掉了。这离案发地点有点远啊！我已经数了。他经过你，然后就没了。他经过我，然后我任务做到一半，就有人发现尸体。我觉得这是双杀、欸。他是双杀，他是双杀、哦。对啊，他是双杀、哦。他双人走的在一起哦。双人走的应该是有问题的哦。哦，叠在一起了。哇，我要踩一下星星牙跟石莲。那等下叠在一起了。你这样听起来怪怪的逻辑。我刚刚是遇到是狸猫吗？遇到狸猫，我遇到到底是谁？储藏室的，完蛋。储藏室，有在储藏室，你没机会了。你什么东西？你为什么要跟我心结？才会才心结，我要看到血流成河。不是他要跟你心结，你要意识到这是一款心结游戏，会产生心结是正常的。如果阿雅死的话，就是我杀的好吗？先报谁死是谁 ？OK， 什么意思？记一下，我经过谁啊？我根本没有在看名字。哦，记一下。所以现在，现在南柯，你根本就没有遇到任何的人。你有遇到人吗？失恋？我有，我记得我看到应该是果果吧，蓝色的果果。嗯，在哪里？但是一瞬间而已，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连我自己都迷路了。他从哪里走？我不知道，还有20秒啊，各位，不管做什么都不记得，我就是投票结束了，投票结束了，投票结束了，我觉得单走的可以，等就先去找一个人吧。我真的不知道、啊，先踩自己想踩的，我有两个投票哎、欸，心结是正常的。看来这两个要猜得好一下哦。对。啊，同票就不会，同票不会，不会，不会出去，要过班，赶快做任务完。我看，你这边好嘞，你这边好，速度够慢，速度够快。我被赶走了，是，这里过不去。我有刷卡障碍。
这游戏最难的是刷，刷慢一点就可以了。看一下大家都在哪？DVD， 这里有心跳图，这里有心跳图，这里好多人哟。三个人，那有心跳图吗？这里那个这是什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心跳图哦。心跳图，哪路好多？哪里？在中间拍桌办公室右边。要求扫描这个鬼魂干嘛？哦，看到了。竟然平票啊！对啊，没人投票，谁还活着？但投的不够集中。明明现在跟张文斌啊，你这样子我好害怕有人靠近我。被已经输了，笑死！我现在在哪了？我怎么又回到办公室了？这里到底是哪里、啊？究竟鬼是谁？我们把任务做完，去看看。你又要吗？任务完成啦！当鬼魂最棒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这样穿梭，好吧？这是任务太少或太多吗？不会，刚刚好，刚刚好，刚刚好，不需要再多。这个是什么东西？不需要再多。秘密的梗，秘密的梗。大家看我靠近了，超害怕。在左上角那边，我记得有。地方啊、左上角那边记得好像有、好多人在那，好可爱。监控可以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监控。有没有人在看我？看我，那个在看监控的是谁？看看我，我在等圈圈。分解完了，我在转圈圈了。不要在那转圈圈啦！一个转圈圈，不要不要。请问主办是谁？我就主办是丽兰。丽兰，黄色那个。当然，如果想认识他们，名字。啊，我想认识他们，可以去看一下你颜色那个说明栏。说明栏下方我们有大家的那个。其实看到他们两个，好。对大家的讯息，他们的 YouTube 可以去订阅一下啦。哎呀，你别跑啊！哎呀，死脸，我死得好冤啊！我又不是杀手哎、欸，我证明不是杀手，跟你一起跑哎、欸！哎呀，怎么不见了？哎呀，你去哪里、啊？等一下，这边可以看到一个呀，这边可以看到谁是鬼。哎呀，抓得很准哎、欸！这里是哪？哎，我跑完说啥呢？是谁的？看监控，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啊？为什么？哦，解完任务了。因为鬼解完任务，因为解完任务，那个任务是我解完的。追鬼是谁？鬼是谁呀？追鬼解的。每个人的任务都要全部解完，才能过关。哦，然后全部解完就全部都解完，有解完了，解完了。对，刚刚那都是谁啊？哦，是我的数。哇，刚刚说是谁？刚刚说是谁？你看，宝贝喵是你对不对？不是，你看吧。哎呀，抓到两个了。对，没游戏体验了，太猛了，各位。我刚刚还在按那个杀掉的那个按钮，想说怎么没有反应，结果那个赫南不然被我按掉了。小雪直接没有反应，想说奇怪，怎么没有反应？然后就直接就啪的一下，就直接人头就没了，这样。冷一点，会有那个杀手出生的时候会有这个。我怎么突然被杀掉了？还在一起被人看到情况下，我就被杀掉了。死的太冤了，不会摸了。其实刚刚李喵跟星西亚靠近我的时候，我都有点紧张。我也很害怕，你为什么要害怕？你为什么要紧张？你为什么要一起跟我？感觉你这么羞涩，你为什么？我们是朋友吗？我们是朋友，我们是朋友。那这边我杀掉跟你关系吧。怕你我觉得你这句话很伪，我等一下下一场就票，我等一下下一场我就先票你，我一定先票你。我们都认识那么久呀，没事啊，就是心结游戏，对不对？越心结越快乐吧，对不对？越心结越快乐。所以你想跟我心结，懂了？没有啦，你那么可爱，怎么会跟你心结呢？对不对啊？不是想心结，是不心结，对不对啊？西西啊，我会在你后面慢慢的。靠近你，然后把刀子捅到你的心脏。哇，听起来好兴奋呢，我喜欢。开始冰胶了。冰胶好真的，大家觉得任务的时间都还 OK 吗？可以，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我就继续开始喽。而且怪怪的。好。我会摸宠物了 ，Nice。
哇，还有这个图案。哦哟，哎呀，哦，有这样的毛衣，哇，毛衣。完蛋了，玩了两把还是不会玩。哎、欸，没事没事，久了就习惯了，久了就习惯了，就是结了，久了就习惯了。真的是跟着我爬的宠物，我终于学会它了。哦，哦哦会为什么要跟着我爬？好可怕！你学会它了。啊，这个吗？干嘛？好好好。嗯、哦。哎哎哎！哒哒哒哒哒。好暗，好暗。你怎么变暗哟？哦。哎、欸，啊不是，我走错半路了，我不见了。我听到有人啊了一声，都没声音哦。我听到尖叫声。小小小水，小小。小乐，感觉有人出事了。对对对，有点多了。我觉得可能，我觉得可能真的要出事了。出去了，那关灯在哪里？关灯把房间关起来吗？不会哦。在哪里？在我眼前，就在我眼前。你眼前是哪里？我看到是后奶吗？掉下的那一瞬间了，我看到一只蓝蓝的，蓝蓝的哦，蓝蓝的我在门在哪里发现的？那、啊、你在哪里发现？蓝蓝的，他在那个修电灯出来之后，会那个叫做、那个电气室吗？那个、氧气室的那个走廊。氧气室的走廊，我在室外耶，等一下。氧气，等等等，氧气室的走廊是偏上面还是下面？下面，在那个下面吗？因为我刚进到电气室，然后我看到果果走出去，就是我在室外，我看到一个蓝色的，它是单个。我只有看到我，蓝色就我，蓝色只有他，跟奶奶一起。我想起来了，有一个蓝色的。蓝色的宠物，谁带着蓝色的宠物？哦、oh, ，蓝色的宠物，死你！真的死了，要想清楚啊！对，蓝色的宠物啦，你养狗狗的米米 ，OK， 它是一个蓝色很小的一个，哎、欸，哦、oh, ，这组有宠物的，好像只有。两位，我决定投米米一票。宠物的真的不多，我差点票掉了、欸。被宠物害死的。我觉得果果太远了，应该不可能是他。我在室外淋雪。对，他只是想投米米而已。他经过了十几秒的训练，被宠物害到了。米米，拜拜。我的狗狗还敢养宠物啊？拜拜，狗狗，我的狗出卖了。被狗出卖！我刚才想说什么蓝蓝的，很说嗯，蓝蓝的就只有果果，原来是我的狗啊。OK， 啊，我是秘密里的狗。哎，我可以跳。OK， 有人说讨论时间应该为180秒，然后比较适合，然后任务是五个短的任务跟一个长的任务，还有什么三个？啊啊啊！哦，有五个任务。我觉得现在这样还好啊。我觉得现在可以。稍等，稍等。好暗哦！你们修我来转、這個。我把这些暗爆好不好？全都暗爆。对对。你慢慢来。这是谁？这是谁？嗯，完了，我的伙伴。我不知道哎、欸，我刚刚其实没有看到，那個、没有看到丽兰。灯修太久了，我搞不进去。在上面，在下面。有啦，收了，收了啊！这样太难了。不过怎么瞬间变得这么暗了？因为那个是量的近了，可以把你的灯关起来。Hello， 太难了。哇，看这张地图还算分散了。哎呦，这边有没有东西？嗨嗨嗨嗨，嗨嗨嗨嗨，最后一个任务呀！能交给我们新手？这么快？马上黑起来！为什么？哦，哇，两个人死掉了，第一个，在哪边？在哪边？好厉害啊！哦，在管理室，两个在办公室下面那里。办公室下面那里。办公室下面。办公室下面。办公室下面的出口附近吗？
杰哥，就在路口那边，我就在那边。问一下浩奶，你旁边有人吗？没有。哎、来的时候就看到。哎呀，我果的是。你会不会是杀完之后马上就自刀自拍的出口？自刀自拍。又咬浩奶，他真的好衰哦，什么都没发生。哎、欸，不是，你以为这样说我就会相信你吗？万万没有此事啊！哦哟，那有没有人可以说贺奶那个进来之前发生什么事情之类的？我在看到尸体之前是有跟着丽兰一下的，还有看到。一下下。如果想如果要杀的话，应该也可以顺便把他杀掉才对。所以我不是顺便把他杀掉，本来就会常常找吵架，是吧？还有 CD 哦，对啊，你所以你们是在哪里见面的、啊？我们在管理室外面那个门口，那个时候还在关灯，然后门也还没打开，那个时候已经有点小灯已经开了，哎，灯还没开之前见到的。然后我先看一下大家，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路上遇到了谁。我在电梯室的时候看到了牙齿把那个灯修好了，然后我在过路室的时候在找那个水阀的时候有看到灵猫，然后其他的，然后在刚开始灯还没修好，刚出来的时候有在管理室外面那个要往电梯室那边那个方向走的时候有。看到一下下的贺奶，那个时候还是关灯的，看不到。不过丽兰，你那转的那东西，我怎么没办法互动啊？因为它是任务啊，你没有那个任务就不会有它。哦，我是觉得贺奶有点可疑啦，才所以我要帮他一点点。哎，我不是，不是联系的。我刚想说，我们两个不都一起走吗？那我是这样的吧？没错，我记得我在面试，我看到望月从标本室那个通道那边走出来啦。没有没有，我你跟我那个时候我都在实验室解任务，我根本就没有下去。那你怎么会从那个实验室那边走出来？没有，因为我去那个最里面，最里面它有个扫描任务，然后我在那个扫描任务做完就出来了。你是从标本室里面走出来的吗？不是，真的吗？是哦。为什么一直踩我？然后到的时候，你就转弯到我的屁股后面。没有啊，我想说看到人，那就一起走吧。那我们一起走，感觉不太对哦。先告大家先汇报一下自己的位置吧，现在的位置。哦，那我先报好。我在办公室下面的那隔间外面。我在那个运输船跟储藏室那里，就是就在那里解任务。我一直都在实验室，一直都在吗？对，一直都在，然后直到你来，然后跟着你走，我们都一起走，好不好？不要这样，不要越上一把，怀恨在心。然后再来是灵猫，我还在你的附近，锅炉室旁边，还在锅炉室那边。然后一二，那剩下喝奶了。我就在办公室下面的那隔间出来的那个路口。那剩下喝奶没有人看到了。那也没有人看到，对不对？对，我没有看到。哎，不对哦，没有看到不代表就是不会被杀那个哦，不会被杀的那个还是杀人的那个？说不定国我已经死很久了，然后我去看到他。望月要相信你哦。那我们就自行新政了，现在是可以的了，就是自己猜想，我不多说。好棒哦，帮杀人呢！感谢大家帮我们杀了一个。Nice， nice。还没结束，灯还没好。还有人？你在关灯了吗？奶哦。
嗯，关关灯了，我想要关灯啊！为什么要关门呢？为什么要关门？因为我只能做这件事，没有事情可以做。哎、欸，任务还有好多要做，人家任务做不完哎、欸。这个哦，等等，等等，这很可怕哦！等一下。哎，那个死了有没有解任务啊？鬼魂有没有解任务？这个任务是不是？哎，门开了。来守护我们的阿雅。小心哦，小心哦！我是保镖。有了，我解完了。我解完了。哇，很稳呢！我剩一个啦。我是保镖。多看见。但是任务怎么还那么多？哎、欸，这个幽灵要接任务啊！幽灵有没有接任务 ？Hello，Hello， 任务好多，不要下载任务不？哦，你是哪里？是谁？在这里。目前看起来是、嗯、哦，很安全，很安全，很安全，能给。为什么有人把我这边的门关起来呀？因为我一直关，不要分开门。哦哦哦！怎么了？哦，快点走，快走，快点！怎么了？快点！我看到了，你看到了？完蛋了，完蛋了，看到了，可惜啊！不是，我才离开你一会儿而已。我看到了，是阿雅，她跳那个电梯室最左边的那个洞。哎呦，最左边的洞！我看到她跳进去。阿雅，你为什么要跳洞？哦、oh. ，因为我是大便。等一下，说什么？我记得我们没有任何职业哈。我记得我们平民不能跳洞洞哈。哦，对，没有错哦。你有什么要偏见吗？有道理，太可爱了吧？没有啊，毕竟我是大便。哎呀，下去。太可爱，有道理。太可爱了吧？可以开始来开启了那个，如果没有错误的话，如果没有错误的话。没有，如果应该没有吧？如果游戏结束了的话，耶！我对不起阿雅，我太早走了。刚好看到，看哦，不要再养狗了。狗狗拜拜，把狗狗收起来，把你的狗狗收起来。狗狗好，原来狗狗会这样暴露哦！我不知道，我刚真的没有看到丽兰呢，我真的没有看到，好像说没有人，好，赶快动手！什么？没看到呀？我其实也看不到你，但是我看到的是一个蓝色的跟在你后面的东西。你要相信那是果果啊！你怎么会相信那是狗呢？不对呀、啊！哎、欸，说到这个果果怎么不见呢？对啊，果果不见了、欸。果果，我的麦还是关着的状态。哎，果果，果果，你怎么了？果果，等一下，我游戏直接被我游戏被飘掉了。啊不，被游戏放逐了。Oh no！ 等我一下，我重开一下。对吧？被吓到，你被游戏名都删掉了。我不知道耶。哇，我游戏被飘掉了。念念这只躲在泡泡里面，它叫汉普顿。汉普，没错。不过你上一局选的好惨啊。他怎么在路边？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刚好那个桥嘛、啊，然后那个，然后贺奶直接被飘下去，贺奶直接被飘下去那一段好笑啊！对不起，贺奶 ，comment。完了，贺奶不说话哟。我的勇气怎么了？两个熊头皆被害。你知道刚刚那一瞬间，我被米米离杀掉那一瞬间，我第一个想法是。米米里，你怎么会在中间杀人？你要去小房间杀，你可以等我进房间再杀，你不要在中间杀我。好好笑，你知道了，你在中间杀我很容易会被抓包啊，真的。很容易就被看到了。谢前辈。哎、欸，不会，教学因为我看你杀得很干脆啊。我很紧张，我当杀手都超紧张的。没事，下属了。我应该也是当杀手会很紧张的那一种。阿冠，你真的有点紧张。OK， 那我们懂杀，我真的好懂啊。我们现在这边有四个职业，然后我把大
家开 bug 工程师，就是大家一定都可以跳来跳去，大家都可以钻地洞。哇哦！大家就可以钻地洞。然后我们的变形者有两个人，我们变形者就是我们可以，杀手可以变成别人，杀手可以变成别人啊。哦，对，然后可以假装，哎，我可能是谁谁谁，然后我经过谁，然后我把谁刀了。之类的，但是他的就是别人的皮肤，然后怎么如果他变形的话，地上会有蛋壳，蛋壳是一个蓝蓝的，然后看起来很像花的叶子那种颜色，哎、欸，那种形状。然后我们的对，就是我们新的，我们增加职业，就是我们增加职业，然后对伪装者、变形者。然后我们的变形者的壳，它外面是一颗蛋蛋，然后它变形的时候会有个蛋蛋，然后那个蛋蛋的话，什么颜色就代表是谁变形了。它变成别人跟从别人变回自己的时候，都会有蛋蛋。OK， 所以大家可以去透过那个蛋蛋的颜色去发现，哎，这个人是谁。然后我其实很少设定这个，我不太确定。所以反正就是我先设定看看，应该大家都会有工程师的职业，然后杀手的话都会有变形者的职业。然后大家回来了吗？果果，我的游戏开不了，我游戏被票掉了。果果你还好吗？我的游戏被票掉了，它是大厅，我直接按不下，按不了。那直接重开机了没有啊？开玩笑，重开机的直播也断了。你看工作管理员呢？工作管理员把他的内建程式关掉，然后再把游戏重新打开试试看。你去找一下他的程式代码。然后有人说要不要改五个任务？你们觉得有需要吗？不需要的话我就不动了。不用不用，目前的任务已经够多了。我都可以。目前任务已经够多了。OK。被留在太空了，完了，果果要当太空熊了，进不来了。真的，我被留在太空，被票掉了。完蛋了，怎么办？还在漂流，果果消失了，果果消失了。话说，什么是票掉？票掉就是被投票做掉。被关闭游戏，被放逐太空，被登出游戏，被登出了。哇，我被排挤耶！你被你的游戏排挤了。对。所以，对啊，我们又有一个人换了一个宠物，还有人放着宠物，还有人放着宠物，小心你的宠物暴露哦。为什么他这么亚瑟西？好吧，我跟你带那个蓝蓝，我跟你带同一只好了。还同一只，那可能就好像我们就绑定了。十年，我们不能换了。好啦，我也来带宠物啦，我来带雪人，好可爱，我来带可爱的小雪人。好可爱啊！怎么会雪人？但是之前的圣诞节的样子，好像是吧？特别的，哇，还蛮可爱的，还可以摸雪人，摸雪人，很可爱啊！等下他的头不会被我撸，没事。我给你们可以先开始，我想重新载过。要先开吗？那我们先开始一下。那我先把工程师挑少一个。当力男二楼咬一口雪人。我饿了，咬一口雪人吗？不，雪人吃不饱。好了，那我们开始了。哟，那你要什么是投掉，是票掉？哇，哪里有洞？我要钻。好耶！摸哎，我可以不摸雪了。大家按住。那个钻的次数有限制吗？还是没有啊？有 CD 吧？有 CD， 但是没限制。OK。那个工程师跟一般的，
等，快要死了！我什么？等一下，来，你们，我跟你们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看到这个尸体的？我从运输船出来之后，看到阿雅，然后我往右边，我又看到了一个，可是我没有看很清楚是谁，好像有点红红的，我不知道看能不能清楚。红红的，不是我很确定不是阿雅杀 的，是另外一个人杀，但是我没有看到是谁。我有一个红红的，可以怀疑一下三个红红的吗？那讲一次，他人死在冤魂退散，他死在那个运输船出来往右走那边，这实验室的门口。对对对，他有卖宠物吗？他有宠物吗？哦。哎呀，你有看到吗？好像没有吧？我在思考，我想不起来了，怎么说样子？最惨好像最后一句话是我要跳动。我来说一下最惨啊，好像有老鼠的那一个，有老鼠的那一个，你说老鼠？啊，老鼠，我没有吵、哦，失恋吗？是失恋吗？我没有，不是你吗？你不是带着老鼠吗？哎、欸，我记得我好像有看到老鼠，就是跟新西兰另外一个小老鼠是米米的，因为你在锅炉室啊，我在一个小角落，我在做任务，不是这只老鼠。然后我是熊，谢谢大家。我是雪人，我没有宠物，我没有，我刚刚只是在看哪边有通风口而已啊。那在十殿现在在哪里啊？尸体在通风口的旁边。传到管理室而已啊，然后你们就举报尸体了、嗯，我什么都没有知道。你传到管理室吗？可是我看到，我看到的人他往左边跑哎、欸，可是我一开始是往右边跑哎、欸，就是一开始右边，我是说他从那个通风口出来是往左边，就是离开的那个位置是往左边跑。左边是哪边？哎、欸，运输船左边、啊。我如果站在实验室门口的话，往运输船那个方向跑。嗯，我没有跑出去，我传过去还在室内，尸体就被举报了。那你传到哪里去？传、到哪里？办公室跟管理室那一区吧。我不知道我进到的是哪一个地方、欸。哎 ，OK。办公室还是管理室？那其他人呢？还有没讲位置的？我这边的话 ，Elina 这边的位置的话，刚刚从刚刚的起点，然后走下来解任务，然后到氧气室这边准备破完氧气室的任务，然后再破下一个这样子。嗯，报告完毕。有我在电梯室往氧气室那边有看到那个 Elina。OK。然后我一开始在运输室前运输船前面玩我的雪轮，我在很快乐的，哎，我有雪轮可以摸哎。OK， 那狸猫呢？我在储藏室门口，储藏要走进去啊。喂，后奶呢？才消失了。我在，我一样在实验室旁边那里。我就跟着很多人过去，然后就突然就看到尸体，然后就一样看到举报了。那有谁刚刚正在玩那个传送的、啊、通风口的？没有，十殿是吗？我OK， 原来是十殿吗？我觉得应该是十殿的。原来是在习惯游戏。十殿的吗？10殿的。原来失恋的部分吗？原来是失恋，不是我的，真的不是我。哦不，哦，还是我看错了。你要出去关麦吗？欧牛，要。啊，迷路迷到被票掉。迷路，好惨，好惨啊！迷路被迷到票掉，笑死！天哪，真的笑死。哦，剩下我没有是不是？那我投我自己啊！啊不，你怎么要投自己？为什么你要投自己？哦，牛，不挣扎一下吗？你可以挣扎一下，你可以挣扎一下的。
但好像没什么用就是了。完了，没有关系。啊，我在屋里就不会迷路了。哎，还可以穿梭，啊、很赞。对，这种大家都在这里。哦，行。好了，又是刷卡卡。咦？啊，有了，有了，有了。咦？有一二，我刷不过，四个太胖了，我刷不过啊 ！Help！ 我现在看我这边有四个人，有了，剩下两。我现在盯着心跳数，好好好，陪我，我还没刷过。等你刷完，等你刷完，好，我先看看心跳数。有了，我刷完了，下一个，我刷完了。喂，做得好，做得好，终于，我走了，我走了，有了，不见了，有人不见了，一二，好，两，我旁边有两个人，有了，不见了，有，我们去找他 ，OK， 在哪？好可怕哦，看一下上面有没有人，没有，你们都在哪里？我们都在某个地方。秘密，对，告诉你，我们是秘密。等下，人呢？这位是在哪 ？Hello，Hello，Hello， 我要做一下。有看到他吗？还没，还没。但我来这里，我想说用一下。不要跟着我！不要黏着我，不要！怎么是人？等一下，为什么死一个？这么突然的吗？旺夜掰了，旺夜跟阿雅啊，刚刚我在心电图那边的时候，我们是看到了，阿雅，我们看到了阿雅，我想说，人呢？怎么不介绍一个？哦，对，好，狗狗不见了，原来是这样，我怎么少一个了？然后我们是看到了阿雅不见了，然后在我旁边的有我们那个时候我确定我旁边不是狼的，是我们的旺夜跟我们的米米里，这两个都不是狼，至少那一刀不是。然后我刚刚在左下角的时候是有看到米米里锅炉室，然后锅炉室的时候有看到米米里跟狸猫，然后在走出来的时候有看到后奶从通讯室那边走过来，通讯室跟武器室那边走过来，然后尸体在通讯室。哦，贺奶，然后尸体在通讯室里面。嗯，我在米里旁边做任务。那我看到了。然后我现在拍的这个尸体是旺夜的尸体。哇，是不是新出炉的刚新出炉的鸡腿？新鲜出炉？哦，不对。还是我们新出炉的鸡腿，所以请问我们的贺男有什么要辩解的吗？你确定我是从通讯室里面出来吗？我不是从通讯室里面出来的、欸。那你怎么走的？我从电器室过来的。电器室过来的，可是我还是你，还是那个是变装人，那是变装的人吗？说不定。我刚刚看到的是后奶，然后也是从就是通讯室那个方向走到锅炉室，因为我从锅炉室走出不来，然后就看到他。但万万没有此事啊！你们忘了？你们记不记得这一局可以变装的？那么我们说不定是别人伪装成我的。艾丽娜在哪？我刚刚人是去氧气室那边把任务弄完，然后氧气室下方。各位晚上好。有个任务，我刚刚是把它解完。氧气室。你妈有看到吗？氧气是我已经跳过两次了，我不骗你的吗？而且我有遇到没有印象，我有遇到贺奶的样子，好像没有印象遇到艾琳娜。对，有遇到我。我为什么我也没有遇到他？我刚刚确确实实好像有看到你们两个哦。是我眼睛有问题了吗？我好像也没有印象遇到。米米，你有遇到吗？没有，我确定是没有。我跟米米我们不是三个人一起在、因为我刚刚是往锅炉室方向，没有往上走。但我看丽兰和狸猫都有在上面走一下，所以想说问看你们有没有看到。我好像没有印象，看到了。到底是谁？老鼠屎是我们。老鼠屎是我们。我是记得刚刚我有遇到丽兰。我是记得我刚刚有遇到丽兰。我先投我怀疑的那位。
而且我刚杀完人头面出来，又看到你们，这不是傻吗？不是啊，你杀完人出来也不一定会遇到我们啊。不小心撞上了，撞上了。我跟着丽兰走，你去哪就去哪。我现在我自己的铁宝是米米梨，是。其他人都是可疑的，可疑的狼人。完了。而且重点是我们不知道现在还有几个，一个吗？如果我们的实验是真的，应该就剩一个了。应该狼应该就剩一个，坏人应该就剩一个了。丽兰，你走哪我就走哪，跟我说。我偷刚刚我踩的。OK。哦，对，那看看，我看到果果说的电脑重开。哦，等一下。哎、欸，不妙！为什么有两个人偷我？不妙，好可怕！丽兰，我要跟着你走。所以是有两个人吗？等一下我先把任务讲完。丽兰，等等，任务在这里。你任务在哪里？这里，好可怕哦！哎、欸，大家那个鬼魂要做任务哦，要做任务哦。好，鬼魂要记得要做事哦，鬼魂记得要做事哦，不要发呆哦。走，看我的任务。好，你的任务还有什么？哎，为什么有两个人投我呢？哎、欸，哎、欸，要重新开启，然后等待时间。好，好 ，Go， 这里。这里 ，OK， 欢迎守门。你听到我尖叫就知道了。鬼还有两只，真假的？观众猜了两只，嗯，有两只。那他们再到一个人就没了。这么嗨？这个还有32秒。啊，我右上角。有人在看监控，黑的。有人在看监控。你在吗？有。哎呀，有。有人在看监控。我刚刚看到有人在看监控。OK， 我们去右上角。哎、为什么不说话？哇！哇！哦，天哪！哇，天哪！果然是谁变身了？果然是恨奶。我真的是迷糊。我是无辜的。不，我是天天，我对不起你，我不应该变成你，然后去杀人的。好厉害啊！重点是恋恋完全没有要狡辩的意思，他就直接拜拜了，他就直接拜拜了。是被狸猫杀的吗？我变成恋恋，然后。去杀人，好厉害啊！怎么这样？天天都乱猜，自以为。我觉得我的狗狗回来了吗？还没呢。狗狗看起来是还没回来的部分。哦不，可以写点狗吧。那我们再试一场，我们再来试一场。啊，可以。啊，好像还有那个鬼抓人，装还蛮好用的。鬼抓人是怎么样？没玩过。就是有一个是你知道谁是鬼，然后你要想办法逃离他。那就职业了。那这是大家全部都变成麦块村民了吗？兴奋动再说。开始。离我远一点，我会怕。有没有？这是谁？我刚刚没有看到我是什么耶？我看到这个我就知道了，是不是？我看一下。你看看你的左下角是举报还是杀人？有。看一下左下角。看哦。才不是举报呢！哭啊！来了，我消毒完了。等一下。喂、欸。那里离我有点远。好黑，好黑。啊！哪里是哪里？我也发现尸体了吧？现在完全暗的。他怎么变那么复杂？怎么用？我弹到最后一个，我在弹那个奇怪的东东。笑死！为什么阿雅看不到我？我刚刚很小
看到那是双刀吗？不要怀疑我，我一个人在解任务。我在爱开店，不是被人杀几次吗？为什么输人这么惨？走，妹妹你也想玩游戏啊，各位上香哦。一大爷咖啡色的人在前面要走过来。哎、欸，你是我，我有看到，我有看到尸体，可是我没有拍，所以我想说，我先看一下附近有谁。哈，确实，他动作像这样。看到尸体，然后你就奇怪的身体、啊，这样很危险啊！危险、啊！我上去，我踩过我的雷巴，我有上去找望爷。我有看到阿雅啦，对对，哦。他是从上面带上去，然后回到运输船上面了。Help！因为冲出来有上面有两个任务让我去解。想玩游戏，这是什么游戏？他想好玩。我刚从那个氧气室那边做完的氧气瓶的任务时候，走过来的路上，下面有看到一个人，可是不知道谁。可是我走过去的时候，在我荧幕的最上面一点点的角，我就看到咖啡色的角，然后就咖啡色的角。加纳娃，咖啡色的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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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错，是我踩在上面的。我的要按钱包。你妈没有喊他踩。所以阿雅，你刚刚是从哪里 ？OK， 我看到尸体的点大概是就是灯关掉的那一瞬间，我看到尸体这样子。哦、oh. 对， oh. 所以我在想说，就是我想知道，想收集情报是不是？哦、oh. ，那我们我猜，因为我是从我在你旁边呢、啊。没玩过这游戏，这游戏很好玩。再讲一次，你在哪里？但是很可怕。我在你方旁边。哦，我想，因为刚刚我在旁边有一个人吗？我想说你在我旁边。因为我刚刚看到，听错了吗？我看到我下面的人是西雅。对，我在你旁边啊，我在氧气室走出来，然后想说，哦，我看到你了。有在做任务吸氧气。那不在场的只有我吗？应该是。有。我在标本室点那个奇怪的九宫格，然后我按错了，啊不，然后我要重来一次，我按到第四个了，辛苦了，我抱怨完了，再跑一次。然后我一开始有看到艾莉娜，但是应该是很久之前了，刚出来她是往右边那边走，然后她没有，她往右边的火箭那边修。他好像在修火箭，然后他就没有进实验室了。然后后面我就跟他分开了，然后他就挂了。嗯、好，那是不是你加了他之后就？原来是我的部分吗？为什么我不知道？好了，那这么可爱呀、啊，那可爱吗？我没有不在场证明，完蛋了。有点可疑。我是觉得没有东西，所以我跳过。谁在喝饮料？不知道，刚有人现拉伸，好难分。一开始往左边的人杀掉的，往左边的人，左边有谁？左边，我是往右边，我是往下哎、欸，往下没有人跟我一起耶、欸，走吧。我是一开始有往左一点，但我一直在那个储藏室外面那边，因为那时候我一出去就停电，我要回去开店，然后我就看到阿姨啊就拍桌了。我是说，我一开始往左边的人其实蛮多的。说到我去拿个饮料，但我现在想不起来谁。QQ 要喝什么啊？像我在右边看到贺奶，在火箭那里一开始的时候。哦呦，一开始呢，看到贺南在右边的实验室，然后我行走，最后在运输船里。对，我觉得贺南应该不是杀手。荞麦绿，那什么是手摇饮的吗？感觉很我决定跳过，很自然，感觉很健康。我决定跳过下一场，然后。果果说他的电脑重开过了，然后还是没办法上去。我怀疑的那一个人，我喝水，我也喝水，好嘞。我跳过，拍桌，没有吧？就是那个按那个按钮啊，会紧急会议吗？没有。我想说我在里面也没有看到人。嗯，哦啊。用那个按举报，举报尸体的话，举报尸体的话也会飘到这个画面。啊，
好了，我们现在你可以投出你想投的那个人了。哎，剩下我。嗯，对对对，剩下你，剩下你。好。我果然又有一票了。左边是什么意思？左边三票，数得好难哦。没有人被驱逐，熊不能接受。我们做任务吧。去点那个九宫格了。我要去运输法力。王大汉土队，这里可以驾照要考的书，驾照要考的书。那边有个更驾照。等一下，我还在九宫格。要考的是那个吗？哦，这个要去解，不能帮你。一左一右。对，然后要去哎，这边有了。这是发生什么事哦？我去左边。你们到外面最上面会有两个，二三四五。啊，有了，我救完了。很危险，很危险。有了，有了，哎呦，有了，有了，知道了，知道谁了。我救完了。一彩已经有了。哦，我因为你去右边，我去，我就去左边接。冬热。OK。我任务都解完了。一左一右。等一下，我还有一个。我先去看心电图。我的任务还没有做完。心电图大家都还活着。OK。大家都还活着。不知道坏人。哎，这边狼。Hello。怎么不杀人 ？Hello。狼怎么不杀人？哎，对啊，我就不敢靠近了，真的要被杀掉。起来啦！好危险，好危险！我也不敢靠近别人，但是不知道有没有烤奇熊的。当然说没有呢，怎么会有奇熊的呢？哎，这看起来是找不到人杀。这个我说不定等一下就卡住了。要做这个吗？我讲完了。管理室，你为什么要一直跟着我？因为你的汤水可爱。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吗？你看起来很可爱。哇！不行，不要去。那我违规了。你不是这样，我有点怕。哦，咦？等。丽兰，你数的也好惨啊！我讲我猜是三羊，丽兰数的好惨啊！然后丽兰被丽兰杀了，丽兰被丽兰杀了，丽兰被丽兰是那个吗？哇，好猛！变形，他变形了，好猛！看到丽兰了，可是我不知道他是谁，应该看哦，我们看一下，就是说我在运输环节任务是新鲜的，就是很新鲜，非常新鲜的那一种。所以就是看最后面，大家有没有抱团？电梯室的门口看到了一个丽兰走出来啊！感谢不知道是真的丽兰，就是我。对，刚刚每个都是丽兰，走出去的那个是鬼。哦，走出去那个是鬼哦。对对，走出去的那个是鬼。所以尸体在电梯室里，我没有看到是谁，所以在保安室、保全室、保全室、保全室。我跟面面都走在一起。我有看到狸猫跟石，哎、啊、不是，对，狸猫跟石链走左上角嘛，对不对？一起走。对，我有看到星星、啊。你在看 DC？ 我有。路人甲收到那个，我没有看到那个手机架，是不是？是超可爱，路人也收到了。我们那个最近会来办一个抽奖活动，可是我会抽出两颗。我在办公室的，就是会抽两颗出来。我在办公室跟武器室的外面那边，多买了一颗。我最后停留在武器室前面那里。好，我看到了三个神圣人物，走到电梯室那边，然后刚好有看到王毅。杰哥骑过山羊，好好哦，但是这我就是从那个说好好的事走过来，他往上走到电梯室那边，然后我看到狸猫跟石链往左边走，哈，沿路我看到王爷，所以我撞上来的应该，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贺南有点可疑啦，要不然就是，哎呀，还可以就是这个工程师。踩在哪里啊？没有啊，你不可能是我踩的、啊，因为你刚刚不是看到丽兰走出去吗？哦，对哦，对啊，然后丽兰是死掉的、啊。刚刚说他是工程师，每个人都是工程师，每个人都是，每个人都可以跳开的吧？你可以跳开。哦，我也只有我是。按照我看到的顺序的话那我是没有遇到贺。好的部分在哪？我也没有看到，谁都没有遇到。好好哦，好的部分在哪？ Oh, 我们刚好完美错过。我要相信我自己。我就跳贺南。怎么办？
要杀了贺导，贺导一直各种被毒哎、欸，我觉得好难哇。这个实验有点可疑，金生好可怕，为什么不能骑山羊叉？谁让你有枪了啊？哇，贺导又要死了，贺导一直被咬哎、欸，好可怜哦，扑通，被咬人命哎、欸，真的是。贺导，你数的好惨啊！哎、哦欸，不是吗？不是吗？哦，还很会演，不是？还有两只鬼不是吗？哦，所以还有一只喽。还有一只啊，还有一只、啊，还有一只，还有一只。什么？还有两只？你看阿阳，不对，不行，讲的。嗯，你要干嘛？怎么了？只是踩到大便而已。你看这个鬼，很想关门，好烦啊！对啊，是被关吗？哎、欸，所以难不成刚刚不是？一直开好烦哦、喔！我这边看到真正的，真正的是谁啊？我是安全的，我是安全的。不是、欸，太多了吧？哇靠！大家快完成任务啊！快做任务啊！这样没有人修是不是出不去？你要自己修。我不是，我现在出不去。不是，你怎么那么可爱啊？我把你开。你在哪里？可以啊，可以开啊。哈哈哈！好坏哟！你是帮人家开门，然后敲人家吗？你帮人家开门，然后敲人家，还能放出来是不是？我觉得，我觉得时间好可爱。没有，右下角，它会有一个箭头可以开门，然后你把那个……我没有看到啊。右下角会有一个互动，我去个厕所，还有一个互动，对，然后互动之后就可以开门了。我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我当了一直都死人，冷静冷静，星兰好强哦，星兰。他去厕所了。我给你们讲一件事情，这女人太狠了，妈，第一个杀我。你呢？没事，要先票出去吗？对，我们先票出去。来吧，鬼做事！来吧，鬼做事！哇！哇！哈哈哈哈哈哈！哇！我看到了，直接终于当鬼了！刚好我立马在我身后，先把人。来吧，把十连票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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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开始了。没有，我们不小心按到了，他应该是不小心按到。对，票起来，票起来！我没有玩到变形者呢。哎，等一下，我们是不是这样子要票很久？是，有一点。我们直接重开就好了。我直接重开吗？OK， 也是可以。你好，去一下厕所。大家要先上厕所，上厕所是谁？上厕所是谁？好可爱。好，丽娜。啊，我没有去上厕所啊！我没有去上厕所啊！我刚刚人直接被杀掉了，我连厕所都不能去。我连厕所都不能去，我直接被杀掉。什么？熊比大蛇结石的海岛，我也是没办法啦。那个谁啊？多速真快。想厕所。我脑袋想着，大家有会有机会玩躲猫猫吗？有，还是我直接先开躲猫猫？哎，我们直接开躲猫猫，我们直接开，我没有玩过，直接开躲猫猫。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对，我们直接开躲猫猫好了，我们直接开躲猫。好贵哦！没有玩过躲猫猫，用刚刚那个地图吗？还是你们要换小地图？大一点，大一点比较好跑，太小反而不好玩。对呀，那。我们一开始第一张吗？可第一张。哎，所以现在是换房了吗？换的，是换房了。换个妈妈。OK， 换房。我就长这样。有了。你的眼睛好可爱。啊，刚买的，水汪汪呢。
不要不要不要我！我没有眼睛可以画，我可以画眉毛，这个可以剪，这个还可以剪任务哎。看起来就能助能助无害的眼神。太松左，我是无辜的。嗯，我进来了，我进来了。欢迎回来！你们要开躲藏的躲藏的那个位置提示吗？最后一个人的躲藏。好啊好啊，我不会玩。那我就全部用初始设定哦，因为我也没玩过。等一下，丽兰不在这边呢，在哪里呀？啊，在另外一个房间。他重开。那我们不是登入重开的吗？这个，我不是重开了吗？我记得刚刚不是说有一个 F 开头的那个，这个 F 开头的 ，OK， 因为我们这边有超多人，但是同个地方，那么先退出吧，退出，好好笑，去错地方了，为什么依然在设定我没看到的？你在这里，啊来了，到丽兰了，有了，这边是正确的地方。会长我眉毛，狗狗还在研究他的游戏，他的游戏崩溃当中，有点惨，不是有点惨哈，有点惨，辛苦了，他没办法登入。哎呀，两拳头少了一个，四个眉毛哎，因为我有，我很特别，所以我有四个眉毛，好猛啊！你看，我有四个纹眉毛。对，你的眼睛，上面两个，下面两个，还有写字，我觉得你也是很厉害。可爱吧？很可爱。我有很多可爱的脸。嗯嗯嗯。哦。里面的是无辜大脸，大眼超可爱。哇，多可爱！哎，怎么你有那个酷酷的脸？哦，那个酷酷的脸超可爱的。热恋酷酷。他那个是活动限定吗？没有，这是刚刚商店买的，哦、真的可进可下去。对，现在还有。知道。来看一下，我可以换什么？我再想想看。我来看一下有什么好刻的。好刻的吗？好刻的，好刻的。我来当那个什么？那西西啊，你觉得我刚刚好刻吗？有没有嘎嘣脆啊？好香，好香。就跟你的桌面一样香。等一下，不要突然。大家，我们的艾莉娜卖在周边了，快去买下吧！周边，有看到？有，我有看到你的周边吗？也很棒，最后也得到独家，很厉害。是周边认亲大会，对不对？亚斯的那个明信片我有看到，亚斯那个明信片。哦，对，哦，亚斯的明信片，我也好想要。想猝不及防，想要。我们现在其实是周边互相宣传大会，除了果果以外。哦，狗狗还在使用他的账号，对，他还在想办法用账号。那我先暂时离开去装一下水。OK。那大家回来的时候，我们再开始游戏。我们现在是周边介绍大会，是不是？周边介绍，工商时间，工商时间，工商时间，我来工商那个周边，谁出了新周边？来，我有半周年的周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的资讯栏，耶耶，还有剩 ，OK， 好威，好威，我现在也在等经纪人准备我们的周边，耶，还有我们的人数到了，我们人数要到了，我们到2000，我们才有办法出周边，人数要到2000，订阅订起来，人数要订到2000人的话，我们就也会有两千周边的话，有点困难哦。怎么了？哎呦，怎么这样？今天怎么这样说？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还是说两千的话，应该会很快，有点难卖。对，两千份，哇，两千份好大困难。哇，两千订阅两千份就一人一份了耶！哇，对啊，我们现在是来拍拍站，我现在是一个
黄色的军长，我是军舰的，好可爱哦。所以，哎，刚刚到底是谁变成丽兰，然后杀了丽兰？我变成丽兰，我变成丽兰杀丽兰，这也太傻了吧！我不是，我那时候想说，哎、欸，好多人，然后我就想说，哦，那我变丽兰，然后到去看一下有没有谁，然后就我就刚好看到丽兰，我就哦，不行，又杀这个不行，留了，对，这个不能留了。我只是在看那个监控，然后看着看着，哈。又没了，我怎么没了？然后看一下谁杀我，丽兰，自己被自己杀，自己被自己杀。妹妹，你发现我今天没有那个耶，我忘记把直播放到 DC 上面去了。我才发现，现在还来得及吗？我们放一下好了。哎呦。真的耶，我买了三个，我往后推一点点。对呀、啊，哇、哦，失恋的这个眼睛也太可爱了吧！装可怜用，来看看我有什么，要杀我的概念。弟弟的也好可爱，为什么你们会有那个表情？我要看一下。去商店买的，买的，他们是氪金的，他们是氪金的，氪金的吗？对，他们是氪金的，对。哪里有氪金？所以旺业的猫儿也是氪金的吗？不是啊，我没有氪。为什么你有猫啊？我不知道，还是那是什么活动之类的？感谢嘎嘎香，那我觉得有可能是活动。商店在哪？我怎么没看到商店？我看那个方块区那边好像没有，我只有看到他最近最新的有一个玫瑰宠物这样。哦，方块区是商店。哦，方块区就是商店哦。OK， 他算商店吗？他算商店吗？其实我挺纳闷，他算那个商店吗？可是他有，我一直以为他是任务。对对对，他比较像是什么，你知道吗？他有点像是那种任务区的感觉，他有点像是就是你拿你打下来的积分，然后去兑换东西，感觉跟糖豆人有点相似的。哦，那我现在开了一个新的宠物。哦，为什么那么多宠物啦？你这个好可爱哦！好可爱啊！它是宠物，宠物。跳啊跳啊！没关系啊，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没有宠物、没有人权的世界。好可爱啊！没事，没事，我也没有。米米，你那头啊，是 Hololive 联动的那个吗？是的，就是 Hololive 联动的。我好像有印象，它是栗子的。对对对，哇，谁的衣服？你看我穿草丛，你穿这套，你穿这套让我想到，万一你穿这套让我想到上次奈奈联动的那一次 ，Lupo 也在穿那一套，然后他说他是栗子，对，他说他是栗子，我们都是栗子。可是我没有，我也好想要穿。我也想要宠物。等一下，到底要怎么去商店？商店的话要，商店的话要按那个有一个，就是你的称号名牌那边，宠物旁边不是名牌，然后再点过去有一个长得很像摩天轮的东西。然后点进去方块的那个。对，然后那个方块要记得启用。要记得把那个方块启用， oh. 你才有办法，就是得到积分这样。对，感觉有点像是得积分、oh. 啊，傻傻的， Hello. 好可爱哦、喔，拜拜，好可爱耶，超可爱的。那这联动好像已经结束了，有点可惜。这个是，差不多啦， oh. 差不多。对，但这个我记得是要去外面买耶，就是好像要去他的 Steam 商店买完后才能开启这个，就是 Hololive 的这个方块。对，但那是那时候，哦、假的对对对，那现在好像没有。有个鲨鱼。这个我真的没有在注意耶，我真的没有在注意，但是我知道就是有联动这样子。Hololive 的联动。可爱。对对对 ，Hololive 跟那个 Among Us 有联动，对啊。Hello， 我们装水的回来了吗？哎、欸，回来了，回来了，我已经回来很久了。我回来了吗？还没。哈哈哈哈哈！好吧，那我们先开始吗？大家都回来了。那就先开始。先开始。好哦 ，Go Go！ 大佬一身神装，这可是我们氪金拿来的。没有，这一次应该是我觉得那个超可爱的。哦，对，躲猫猫。啊，对。啊，
多好多好，来了来了来了！我真的时间线是完诶。等一下，哈，我是什么？等一下，哈，快多好快多好！狼来啦狼来啦！每个人等一下会有一次可以进。我还不会玩，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好。每个人都会有一次可以进那个、啊、那个通风管的机会。了哦不！不你看我讲了，我没有，我刚才。Sorry， 咦？做任务的话会让那个上面左上角的时间变短，可以让躲猫猫早点结束。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做任务，但还是以活命为优先，好吗？然后如果鬼在离附近的话，会有音乐响起来。如果你听到那个酷酷的音乐，哎，就是不妙的意思啊。刚刚有遇到他，还好他没有看到我。哎呀，OK， 因为我把躲藏用掉了。哦不，用掉了。我觉得等下躲藏可以再开几个起来。对对对，我们可以加速。地方就是大家说鬼在哪里吗？你说报告位置吗？你的叫声吓到我了！笑死！我来帮你们解任务。有，我解了一个，我解了一个。我觉得这一场可能先不讲位置在哪吧，要不然可能因为地图很大，你会死翘翘。也死翘翘，而且这一场地图架错了，这场地图是真的。哈哈哈！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啊！不是吧？不是吧？我输了，我输了！十连快逃啊！快逃！快逃！快逃！啊！不是我。哦，对耶，鬼的速度很快，还剩几个？还剩几个？还剩四个， wow， 还剩四个，然后剩下几秒钟的时候，它会发光，它不是，它会发光，它会告诉你这附近有人。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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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的鬼好快乐，好像玩得很开心耶，望月。哈哈哈！哈哈！好像很嗨哦。好像不是这个，他这个音乐超嗨的，哦啊，对对对，这个音乐当鬼超嗨的，背后他已经发疯了，来了来了，他会指示那个鬼人在哪一个方向，好吗？大家躲好，剩下三个人，剩下三个人，丽兰，哦不，还剩下两个，他后面好多怨灵。喂，等一下，你们不要跟在我后面。我们其实好冤啊，王爷！一群鬼狐。哇，越重了，我没拉到，有没有感觉肩膀很重啊？不是你，那是谁？你看，嘴巴张开了。还有十秒钟，加油加油，撑下去撑下去。撑下。6、7、5、4、3。哦，完了，我是不是要输了？你要死了！哇！哇太猛了，是谁活下来了？好紧张哦！好会活哦！好猛啊！哎，这个好好玩哦！我觉得这个地方的任务有点不太破，然后这个地方任务有点不太破。我刚刚卡住卡 bug， 刚一直有卡住。那个卡住。那个位置很容易因为地图的关系，所以就被卡死了。哦，是这样子哦，是这样。OK， 了解。嗯，好，谢谢。蛮刺激的。那个通风口，我觉得可以给个两个。是，真的蛮刺激啊，是真的。我正在寻找通风口上。我们应该问问看望月玩的如何。两个人很快乐。可是我觉得望月杀超爽的。对啊，击杀了，直接攻击杀了。我都一个正面就 Hello， 拜拜。当时我正在跟丽兰一起跑的时候，我想说，哎，丽兰怎么爬上去？我怎么爬不上去？原来有个楼梯。右下角有个那个，右下角有个什么？我记得他好像可以用键盘去按的样子，我记得好像用键盘。真的吗？我想用键盘按，可是我忘记他的那个按键是哪一个，所以我都按右下角。你看右，没关系，再一次，我都是用滑鼠点的。再一次按右下角好了。OK。再一次按右下角，两个还是三个通风管？
哦，我看到了那个键盘绑定，是不是？通风管，我建议可以用两个，我觉得建议用我看到了，不一定不要用三个，三个真的太多，对，鬼会抓不到。三个鬼反而很难抓的。那个通风管是怎样？你们进去我就抓不到这样啊？通风管有点像是，就是你可以跳到别的地方去啊，就是你跳下去，你可以选地区。我刚刚一直看到那个通风管会红红的，然后我不知道有人在里面，待个几秒啊？哦，有人在里面。对对对，那个是瓦力，只能待三秒，进去只能待三秒，然后你可以移动到其他通风管里面。对，你在那三秒内要移动到其他。我还是讲一下我刚刚的 bug 好了。好，我刚刚进去之后我就出不来了。怎么会被关在里面？下水道里。为什么？不太是有要按什么？他有要按什么键出来吗？还是怎样？没有，他会自己把你喷出来。对对对。哦、oh ，我是在绿条结束前几秒收进去的，就是、会大起大落。三秒结束之后，就是他会你跳下去，然后会显示那个箭头，然后你要按到那个箭头才可以移动。哦、oh ，原来还有这种 bug。啊，狗狗好像我是不知道有什么 bug 啦，我是完全没有看到。那个要杀人的键是 Q。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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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那音乐会超嗨，那音乐会超嗨，对，会很嗨哦，超级嗨，朋友，狸猫，朋友，超级嗨，我的任务，哎，要躲藏只能躲藏两次哦，哎，他躲藏只能按两次，他放对，他去两次，只按两次，看到我了，啊啊，他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好了吧，哎呀，带伤好了吧，你们小心哦，你们小心哦，你们小心哦。你们小心、喔！他在哪？那个橘色的，小心哦、喔！橘色的小心！天啊！哎，橘色的小心哦、喔！橘色的小心哦、喔！是不是我会听到那个很嗨的音乐？很嗨的音乐、欸！对，好，没事了。没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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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但是我的任务都这么奇怪的地方，我的任务离我的出生点好远、喔，我只是刚好不火点，然后要去。破任务的地方离鬼太近，我跟你们说，我看到尸体了。你有看到我？你有看到我了？所以我才跟你说，你刚刚很危险。我看到了。有了，我完全没有到我的任务。哎，小心，快跑！我不会按那个，等一下。来，我瞬间看到了三杀，我瞬间看到了三杀。瞬间哦，为什么按不到？没了，太难过了吧？对，我现在已经变幽灵了，现在没有啊。那个捉迷藏模式本来就很容易变幽灵，对，已经变漂亮了，瞬间死亡。对对对对对，我跟他屁股后面，我跟他屁股，你吓死我了！哇！有一头大便突然接近我，你吓死我了！刚刚是突然一下按个，我刚刚那个按过了，不知道为什么。快跑！后面那快跑！进电杀模式会超刺激哦！救命！进电杀模式会超刺激，对，会很嗨哦，但还会变更快哦。对，后面会变更快。来看一下大家在哪里。我帮你们看一下好了。死呀！你吓死我！不要露位。我看一下其他人在哪边。我看货仓，我看西雅尸体在货仓。没事啊，西雅，你要不要看一下？我刚刚只是去破个任务，我刚刚只是去破个任务，然后看到瞬间看到一个粉红色的身影。哦，来了来了！快跑！对，快跑！啊，不过你快跑！快！Nice！这什么意思？为什么？还是说这个任务没有完成啊？哎，他是谁啊？这是谁？这个是谁？我刚刚任务也没有。贺奶吧？是贺奶吗？哎，对，贺奶不说话，颜色不一样。这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嗯，
我想摸宠物。你不要摸宠物，不要再摸宠物了，好不好？还有两个人，剩下十秒钟了啊！快逃，快逃！快十秒，十秒！我这边，那一个，安全，快跑！快走，不要摸宠物！我看到了，可以，赢了！哎呦，阿雅好强！可以，哦，阿雅很猛哎。这个很刺激，哎，不过我刚才看到你在我旁边绕了好几圈，怎么就是不杀我、啊？我刚刚按寻找，我一直按到寻找，我按杀了，然后按到寻找，然后我就按了三次寻找，然后一直按长叉，好可爱。那我就站在你旁边。对 ，Hello， 有人都是要换装备吗？换完了吗？哦，换完了，开始玩。哎，那个有一点，进来的时候记得跟我们说一下。对，太刺激了。狗狗表示难过，我怎么进不去？哇！我连游戏都登不进去。厉害！我上去了。那就厉害了，你只要看到附近有宠物的都闪远一点。哦，好危险！为什么我可以遇到啊？那我想杀掉宠物。我跟你比较有缘分。这里吗？啊，这个太有缘分了，真的太有缘分了。能过不去吗？嗨！哦，看不懂哎，看不懂就是。有没有人？啊，我是红绿红绿。我绝对不会公报私仇。哈哈，想一下，公报私仇，我怎么过去？我现在要走哪里？这里。哦，有。在上面吗？没错，绝对不会公报私仇。有募集情报之类的。募集情报。这音乐真的好嗨哦！是不是？贝利兰的宝石被绝对不会受到影响。这怎么丢啊，靠腰？这怎么丢啊，白痴哦！干什么呀？我找不到人啦！到底怎么丢啊？啥鬼？好可怕啊！感觉等一下莫名其妙就会死掉。是，就是这么嗨。哎，不是吧？哦，吓死！没事的，让我来陪丽兰了。吓我一跳！我以为是谁？什么意思？感觉好像是在上面，大家。我要帮丽兰加油了，她都找不到人，附近都没有人哎。丽兰加油！完全没了。在下面，啊，那电梯是吧？全是厨房的方向。大家好远啊！我的天啊！完全没人，为什么？人家都去哪里玩啦？三个人，还有三个人。阿雅这边很棒，阿雅好棒，阿雅好棒，阿雅
好棒！哎呀，超棒！哎呀，超棒！哎呀，好棒！哎呀，好棒！欸、真的耶！哦，哎呀，哎呀，哎呀，超厉害！哎呀，好棒哦！游戏，我也不知道在哪里。我当到了，然后我一路前半场几乎没都看不到人，完全没看到人。哦，逃跑才是我的本质。没事，逃跑才是我的本质。那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对，扣扣，我希望我可以看到人。我希望我如果再当道，我还可以看到人。我想看到人，找不到人。哎呀，喵啊，宝贝喵，喵！再迷路，我就算迷路，我也知道鬼来了。我有，我怎么跌倒？很可怕哦！你要跌倒的话，你就要重生了。吓一跳！怕啦！好危险，好危险！我还没有，还没。打打打打打！等一下，我怎么在这？我怎么在这？你哪里？宝贝喵！吓我一跳！阿爸阿爸，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个音乐好嗨哟！不太妙，不太妙，先走了，先走了。哎呦，米米，你是在附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这个任务要跑三次的意思吗？我好害怕，任务不一定要做，任务不一定要做。如果太难的，先活着为主，对不对？爸爸爸，我一跳进，吓我一跳。是，我觉得已经有点分不出来哪一个是那个。还好啦，目前只剩下一个而已耶。好险，很难找，这个地图很大。嗯，差点被杀到了。我怎么上去？差点被杀到。刚刚说的是我吧？丑陋变很卡到我们面前，然后我从通风管下去跑别的地方去。太小啊，任务怎么在那种地方啊？太难过去了。为什么我都遇不到人？地图太大了，你快杀一个，让它成为你的那个探索灯。哦，来了来了来了，你的探照灯来了。哎、欸，不妙哦，不妙哦，怎么连续击穿他？我好怕，我好怕！他过来了，我从这边跳下去。我想说，我在那，应该。他有看到你。怎么？哎呦，我以为转角遇到爱了。什么转角遇到爱？这么可怕的！转角遇到爱，没事没事，没事。哎呀，你好安全，你好安全。你在转角遇到惊恐了。你转角遇到惊恐了！我跟你说，你这边超安全，你这边超安全的，超级真的假的？完了完了，你超级安全！谢谢。我跟你讲，失恋也很安全，失恋很安全。我很害怕，我很害怕。我们是什么那个鬼魂？你是什么？其实鬼魂互助会，鬼魂通灵，对，鬼魂通灵大会，鬼魂通灵学会，完了完了，失恋太好了，失恋太好了。哦，我看到，哇，你们两个都很安全，你们两个都很安全。走进去呀，能不能拔掉呢？有劲，还有四个，还有四个。好紧张，好可怕、哦！四个，我感觉大家都很安全，但是快要不安全了，快要不安全了，快要不安全了，要看，我这边有点乱了，不安全了。哎，这个，哎，等一下，这个就是，这个是所谓的身法吗？我刚看到，这其实就是所谓的，哎，还有往后呢，我想跳呀，我看一下。可以，我们活着，我们活着！哇！大家的坐在一起，要这个要那个鬼全部杀掉也是蛮难的，真的。好像我们要两个鬼来试试看。目前为止，鬼好像都没有赢过一次。两个鬼会不会被杀光？鬼会直接被杀光吧？我们两个鬼，然后三个通风人。人的死掉比较快，人的死速度也比较快。哦，好啊，好，试试看吧。然后我看一下人的速度调，你居然活下来了，玩家速度两倍速，好快。然后
违章者，违章者，自备速，违章者。我重开，我重开游戏一下，好像刚刚有点卡住。好的，先开一下游戏。我都摸不到，刚刚其实好像很接近。有办法调两个人吗？两下应该是有办法调两个人啦、啊，应该是有办法调两。我在那里，好快，好快，突然觉得自己走路好快。伪装者视野，然后他这边伪装者只能指定谁是伪装者。空白键，空白键，按住，按住空白键。伪装者数量可以调啊、嗯，在上面可以调。在上面，嗯，没有、欸。为什么我的没有？好、啊。欸、我看我看左边的那个显示有一个，哎、那個欸，还是他只能一个，他只能一个人吗？一个了，还同时问我，那就这样吧，只能一个，那就原来这样吗？不然就是我们要自己开一般地图变成鬼抓人，就不是躲猫猫了。鬼抓人，这样好像没有那个刺激的音乐，对呀、啊，不然就没有刺激的音乐。对 ，OK， 没事，可以继续玩这个摸宠物机会。哦，我也想摸，请自备宠物调回来。没有宠物，带着一只狗，不然等下那个鬼抓不到。还是我速度跟鬼同样的，同样 1.2， 那超快，那超快，鬼跑超快的。OK， 鬼跑超快的。好了。那我就把设定调成原本预设的。好 ，OK，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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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果果还是进不来。神剑传呀 ，Hello， 应该去看书的 QQ， 这音乐太嗨了，可能看不了。我只能本地游戏，我不能玩现实。哦，哎呀，没有登进去的意思。对，我藏。我感觉有点可怕。我的躲藏又变成阿雅。可是好像有点，好像有点香。为什么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鸭子？为什么我觉得鸭子当鬼？鸭子当鬼。我感受到你的爱，马上就死掉一个了。我感受到你的爱啊，宝贝喵。宝贝喵，不行，看到只剩下一个喽，大家要小心躲藏哦。感觉很危险。那只剩下一个了，那不能乱用了。接下来的任务在哪？我不知道。啊，我迷路了。我看不到，我看不到。哇！快点！我在阿雅旁边，一直绕来绕去。喂！你请问在遛狗吗？我给通风报信一下，通风报信一下。哎呦！阿雅附近。哎呦，你看阿雅有保护色，阿雅有保护，阿雅也是很暗，阿雅有保护色。嗯，缺口代表什么？哦，这个呢？哦呦，阿雅其实好像漏掉一个人，还做任务。什么叫难得我被杀？我好害怕。啊！我做任务做得好喘啊！这里要怎么过去？哈喽，要去哪里？左边、啊。哈喽，好像没办法过去。不行，不行，不能讲出来。安全。嗯，这里看起来。这么烂啊！等一下。哦。这里看起来。我要去哪儿？我要去哪儿？好，等一下。看来是跟我一样找不到人的，找不到人的鬼。其实我也有点路痴。每一间厕所都打开。哦不，阿雅这边。这个鬼玩的有点艰难。你在哪里？哇，没了。我啪一下没了。太好笑了吧？啪没了。我到了，到处。Everybody 啊！但是我觉得好像在哪边都可以看到你呢。哇！太可惜了，太可惜啦。怎么就这样数掉啦？没有，哎呦，作祟作祟！哎呦呦，这边不行，这边不行！哎呦呦，感谢豆花，感谢台湾的豆花，感谢豆力！哇！哎呦呦！救命啊！好可惜！哎呀！他可
不要捧下，剩几个？剩下两个，剩下两个，活下去，活下去。还有两个，我每一次都是一出门就看到鬼，哭了，直接撞上。我刚刚也是，我刚刚也是，我刚刚一出门就遇到鬼。对，那就没了。对，快跑，快跑，快跑！力量好棒，力量好棒，好猛啊！跟前两次一样，都是两层活下来。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不知道他在那里。我看到你一直守在那里，都没有死掉。我在那边，我就不在那里哦。我开局在那边才能结束。他都没有来过。哎呀，每次都在旁边，之后就没有进去了。对，他要经过我。圆圆，那里是死路啊！它下面有个楼梯，跳下去。对，而且那个只要我们人进去之后，我们就可以跳到左边去了。然后就抓不到了，因为鬼不能下去。哦。还下一个，还下一个，还下一个。够够了，一直都少了一个。够够了，我一直都少了一个。什么时候会回来呢？是不是我们结束之前？波波，你还好吗？回来。我只能玩本地游戏，我不知道。你要玩？可是你在聊天，为什么？你游戏有游戏可以重新登录吗？登不上去。我看起来超怪，你弄什么？你弄什么？没有，我刚在解任务，超好笑。十八步是你，真的？没有，我换一个。我想一下，哦，我要穿这样，我这样很帅，我这样很帅。我已经查过，哪样？哎呦，可以，看起来是逆装狼，很像工程师。工程师啊！我的是张图早安，可怜的果果你好，怎么会这样？刚刚想到你们那个花，我有看到那个花可以用。对啊，花在最右边，最啊，不然就是花在最左边。对对对，最左边，我在解锁。来，一起加入花花俱乐部。果果还不忍，对，真的看好之后，我就可以开始了。我捡了好多雪人呢。哎，还有一个头饰是鲁洛哎，鲁洛哪里？丽兰可以在头上往下拉。哎，有个香浓鲁洛哦。鲁洛，耶了！咚咚咚，我找到了，哪一只？要找到吗？一只鲁洛，我是一个穿。我是一个穿白色衣服的鲁鲁，哇哦！我还有鞋鞋，我还有鞋鞋。还有豆狗，豆狗，福尔摩里，魔法刷，我好多人都穿的衣服。怎么了？你不穿衣服吗？你穿裸体？裸奔啊！哎呦，有狸猫。我希望我的最一开始不要遇到你。我希望我的最一开始不要遇到你。狸猫，我来了。每次任务都超远的，怎么回事？我一开始他就在我旁边。我看，那这样听起来有点可怕。听起来有点可怕。他一出生我就看到那个我的那个上面是黄色的。怎么解呀？完了哦，这样吗？哦，是，没关系，里面有，还有 ，OK， 跨博了，不是，不要，不要，不要什么？你讲可怕，好黄呆，不要，小姐，我感觉好像有点可怕，不要，小心，我看到他变黄色的。我扔爪求生的 ，Oh my god， 差点我就没了。那你这个动物在哪？嗨！啊，我没了。干！你怎么没了？你怎么没了？知道我在这里。没了。怎么了？史蒂在找什么？怕爆！哎，他还在找书柜。各位，
他在左边，左边差点被杀到，我要来做宠。狸猫，我跟在你后面，我看着你的屁屁。我感觉到灵压了，我感觉到灵压了。应该这把找不到人吗？大家都会躲通风口。我管人家画面长怎样啊？我就下去了，虎口、狼口、猫口、狼口吧，应该要猫口。狼逃了，逃了，逃了，是狐狸，是狐狸，逃了，逃了，是狐狸，那羊入虎口，对，鹤入猫口，鹤，鹤入猫口。那这个猫有一点贪吃。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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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来了，来了。是一只贪吃猫猫。哎，等一下啦，等一下啦，为什么？小心，小心，小心，很危险。为什么我们非常的这确实有点惨痛？我希望我可以活着。你别来过来，别过来啊！你，我也希望我可以活着。我也希望我可以活着。为什么音乐这么嗨？到底在哪里？我刚刚最好笑的是，刚刚跑上来避难的时候，我就瞬间看到，怎么跟星西亚同步？而且还跑同样一个地方。太尴尬了，我就想说，那个紫色是从我都在那边，然后我还有没有看错？我又走回去看一次。你要看到我，你没有看到我。我刚跟星西亚在一起，然后我就姑姑有查过，无法连上你的耳妈账号那个手机嘛，就跟 Google 上去，有人有说，我就跳通说怎么出，找不到你吗？可是很快又遇到了。丽丽走吧，我来帮你挡。大家都不见了。我开开了，有人要换衣服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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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够的。杀手可以快一点。我觉得杀手可以再快一点。杀手，我好，我下一场改。杀手再冲快一点。不用，我要自信呀。你是迷路大师，恐怖游戏锻炼出来的。太可怕了，真的是哦。哦耶！我来了，我来了！阿爸阿爸阿爸！你们不是吧？啊！被砍了！开场这么快的吗？他留了一句不是吧？太快了！机车！太快了！快跑！快跑！有我在跑，我在跑。这怎么用 ？OK， 我在跑。我已经右下角了，右下角。我已经死了。黑头鲨。好可怕、哦！我就说不要每一次开头都遇鬼。我跟你十一次相通嘛，我知道你在哪里啊。我刚上一局，我们两个跑同样一个地方就不错了，好不好？这一局好像不需要一开始就被杀、啊。输了。不行，通风口一次只能过一个。真的吗？对我们不能都挤在同一个地方，你们不能挤在同一个地方哦，不然危险。对，会出事，真的会出事，真的。我想要上路上，这都上路难过。等一下，为什么？好可怕！为什么有一个人在？为什么有一个人在？就算了。有地图的任务很难解，我觉得。这垃圾桶拉不出来。你拉拉上面，拉上面。拉起来晃一晃，拉绳索，拉绳索。拜拜。去了。你们我怎么进去的？然后进了一个垃圾桶。谢谢。有没有人在这里嘞？我看看。没有。那个大便不是。大便怎么了？大便怎么了？不是，你怎么了？没有，因为在
下，跳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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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换个姿势，换个姿势，换个姿势。等一下，我看一下。哦，你说你是说你是说谁大便？我不是因为你刚刚说你这个是，因为你刚刚说这个大便色，所以我哦不，你说谁是大便？没有，我什么都没有说。哦哦哦，嗨，不过现在没事了，不过现在没事，因为刚刚你跟，哎呦，我们怎么办？我有菜刀，看现在。哎呦！哦，快跑，快跑！啊！哇哇哇！哇 ，nice！ 你们还看到了我的尸体。哦，你们好棒哦！太可怕了！哎，不是吧？不是吧？哈哈哈哈哈！狸猫这里好安全，我这边也很安全，我这边很安全。为什么？好厉害啊！没想到还可以这样。这边也太安全了，好难哦。你知道刚刚那个星星啊，星星啊跟阿雅一直路过，你知道吗？你超猛的，超猛的。路过，星星跟阿雅一直路过，超好。那怎么我们一直错过阿雅？啊！我就差一点就可以买那个花了，299。应该是快了，快了。我也差一点，我200多。来，我来看一下。没事，升一下等级就会那个。对，然后哎呀，不好意思，因为刚刚有点太心急了。我好可爱哦。刚才有点太心急了，担心你们被烧到。我觉得阿雅应该还没意识过来，他没有意识过，他没有意识你叫他那个。好，对不起，叫我大便。对不起。可是你是非常棒的阿雅。我是非常大便。我以为你要说你是大便。还好，我没有讲错。有耳机了，你看，有耳机了。我也有耳机。我的速度在最终连只能调到最终的那个猎杀模式的速度，然后我把它调成 1.5 哦。可以。然后我的玩家的速度会调到 1.25。好。那你们平常走的比较快一些些。够够了。好喂。我头上有一颗乳酪。开心啊，很可爱哟、哦，找到本命了。我吃不到我的头像，对，鬼月红，知道吗？哦，秘密力大熊熊，我是不是注定都跟鬼无缘啊？想玩鬼是不是？没有关系，完全吃人呢。我之前也是这样。哇，好可爱哦！宁可做杀人的，也不想做被杀的。太可爱了吧！这任务太麻烦了，对不起。喂，什么？怎么了？我是新手杀熊，所以有点困惑。对，新手杀熊，新手杀熊。我刚刚按了好几次，才发现杀熊能杀。哦不，这算凌虐吗？这算凌虐吗？什么？那个新手杀熊啊，算凌虐了，走掉，有点危险。好可怕！我刚差点被小熊。不敢这么说。这其实是单方面的领域。对，好可怕。这音乐也太嗨了吧！哎、欸，怎么走这么快呀、啊？别走嘛，还没见到面呢。好危险！杀手熊出来了。等。哦，我在哪里呀、啊？好像看到某个人哦。你干嘛？一间打开呀、啊，有没有在这里玩啊？我还在厕所里面，怎么没有人啊？厕所！一间打开，阿甘心，一间的拜访啊。可怕，像一只熊。等等等等，
二痛不会中啊！运气太好了，是顺便这边是不是完全百分之百回避当变态魔芋不一定胸口啦，胸口说不定，说不定这次又中了。我也怎么没看到人啊 ？Hello， 我也希望躲起来了，躲起来，别躲了，别躲了，我在这里啊！哦嗨。好害怕，他都没有音乐提示哎、欸，好可惜哦、喔。哦，时间要到了，二一，好像我跑得快。哇，太快了，太快了吧！你们不要，你们不要啊！为什么有人在发呆？等一下，我笑死了，可是没有喊你来耶，太快了。Hello， 太快了，你来接招，打一招。不行，有人在遛我，这个我不抓，这个我不抓了。有人在遛你，哇！这个我不抓，这个我不抓了。没看到啊，在哪里呀、啊？我很安全，我很安全。还有十秒，十。哎，好可惜啊、哦，抓不到。转角又遇熊，可以，我传错地方了吗？可惜了，王爷。这是杀人最少的鬼。我刚传走了吧？我刚是传走了。对，你传走了，但是你出来后又遇到了。我刚刚有感觉，隐约察觉到他好像快接近我，然后我就赶快跳下去。我赶快跳下去，然后阿雅站在一个 bug 点，那个没办法。阿雅又遇 bug， 没事，没有，他在楼梯上上下下，是自取，是，这个抓不了，这抓不了。阿雅真的好容易遇 bug， 这太危险了呀！八个牙，好玩的，八个牙。够个人，月月拜拜，带走最后一个，对呀、啊，开心开心。可是我喜欢乳酪，哎呀，我忘记买花花了，你要买花花，十年，我是不是花花？换灯换十年做鬼。我真的怀疑我游戏是好像不能用，我真的我真的怀疑，我真的怀疑今天是不是只有我当不到鬼？我和你怀疑我，你放心吧，我也当不到鬼。我可以拿枪吗？没有，我是说那个今天整场的太空狼人杀，我都没当到鬼。真假的？以为好人命哎！我现在按整场的你是铁好人呢、欸。我以为我们太好了，好人还物可以拿枪杀掉。还一直在路过遇到，好人不长寿嘛？好惨哦！这个是所有的吗？这样没有比较好。喂，你们任务做太快了吧？哦，我们很熟练。哦，熟练。听到了。我听到了，好危险，好危险。啊！不是，我刚刚做那个任务可以拿枪。我想说，这游戏什么时候可以拿枪了？不行，那个是谁？那个是谁？谁是谁？这里的是谁？我是赫美。你是谁？现在有人的宠物掰了。拼命吸血鬼，闭嘴啊！哦不，闭嘴啦！拼命吸血鬼。我跟咪咪，你的宠物，你他可怜。收起刀肉，收起刀肉。这样没有比较好哎，这样真的没有比较好。哇，有人是一坨花虫哎，太可爱了吧！你猫在讲话吗？哇，没有人，这里呢？玩没有，我也是念，因为真的没有人。对，有我在旁边。我在哪？这里是哪？我们俩会被卡在一起。你们在哪？哦，喂！哈哈哈哈哈！草丛被吃掉了。我明明就草丛，你被吃掉了。哎，那个草吃吧，草吃吧。哎、欸，我在这边过得很惬意耶，都没有东西。我刚刚其实也蛮惬意的，直到我过来，直到我在洗照片。30秒。哎，你们，赶快
地方啊，危险啊，危险哦，很危险哦，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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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没有吧。哦，等一下就知道有没有了，要要来要来了，哎呦，你的快乐时刻要来了，橘色的橘色的该跳哦，橘色的橘色的该跳了，我没有办法跳哦，啊，你没办法，没了是不是？好可爱哦，我就我没有办法跳了，感觉到那个 WiFi 已经，感觉到那 WiFi 已经就是在附近了。就已经在附近了，然后就突然间，我洗个照片出来就被干掉了。每一局都在这边，什么意思？你要排队？为什么？哎，等一下，那刚刚那个是神回避耶！等一下，那个是神回避耶！礼貌太假了，那个是神回避耶！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啊！剩下一个耶，好恐怖，我用完一个了呢。你们是不是跳跳都用完了？我们在直接。对，没错。不小心弄掉。我想说，奇怪，你们跳跳呢？我没有跳，跳不了，跳不了。可以啦，没关系。太懵了，感谢后来活着。剩一个，可恶。对呀，好猛啊！恭喜啊！快乐。没有当到的，要不要指定他当？这可以指定吗？可以啊，可以指定吗？可以指定吗？可以。目前谁还没当到？我还没当，我还没当，我还没当。好了，你还看？你反目前呢？他待会的情景。我在一般模式。我现在已经很无语了，你知道吗？我今天整场太空狼的杀都没有，还需要人家指定，还要人家指定，太难过了。还会有门在你旁边出现。我是用那个，重点是我是用循环的，然后还没寻到你。哦、真的假的？太惨了吧！好惨、啊！有了，会动的玫瑰虫。你可以开始嗨了，你可以开始嗨了。会动的玫瑰虫。说玫瑰虫不是人的，这里玫瑰虫。What？ 这是什么？怎么一堆人物？烦死了！也是按照顺序的任务。可是这个哎，太难拉了吧！我的天啊！这个不要解了吧？有啦，我会拉。他需要一点诀窍。等一下。怎么什么不是我？我不是鬼、啊！哎呀，你干嘛？哎呀，不要！哎呀，不要！真的是来的不易，真的是来的不易，他妈！哦，很嗨，很嗨！哎呦，拜拜！不练。快去东风口！你吗？哎，他是鬼吗？哎呀，他今天杀好快啊！好像有我可爱些，我还是人家指定才当到的，我还是人家指定才当到的，不可怜，哎，还没当到是不是？哦对，我还没当到，哎呦，啊！不要跑啊！不要跑啊！你干嘛不要跑啊？为什么这边都没有通风口？任务有在做哦，我在疯狂解任务哦，好猛啊！我太远了，哎、欸，鬼是不是就没有任务啦？鬼没有任务，他好像要做任务还超忙。不是，我还是人家指定的，你们不要这样，我还是人家指定当鬼的。加油！吓死我！好好，我现在跟大家回到后面。我有好好珍惜。有，小心哦。你刚刚有漏看东西吗？那个这一段，眼妆那个会找不到。他那个视野其实没有很大，那个视野没有很好抓啦。有。我在逃了，那后面。好热哦！我刚刚有看到人头。你先放安安哦，对不起，忘了关门。没事，没关系。猎杀时间了，来呀！哎呀！还有身上麻
满满的灵芽。大家有感受到这个很开心的音乐吗？有啊，非常开心，非常快乐，非常开心，开心，让开心再飞一会，真是太开心了，所以难得。嗯，哎呦，看不到了，哎呦，哎呦，看不到了，哎呦，我听到声音了哦。哦哦！哎呦，我刚刚是不是有人下去了？我刚刚是不是看到有人下去？谁谁谁？鬼现在哪？鬼吗？应该下面。嗯，上面。感觉到上面。哎哎哎！地图，地图。现在是想要玩楼梯吗？鬼的视野太小了。你是不是想要玩楼梯？没有，我是真的，这个视野真的太小，视野真的太小。真的，我要调大视野。他的视野太小，根本找不太到。他视野太小。那我改成 0.6。那换谁？让我来吧。还有谁没有当到鬼吗？困难。就是整场太空狼，他没有当到鬼的。来，我终于花花。花花一开始。啊！恭喜你有花花了。我有花花了。有花花了。恭喜。开心，欢迎加入梦里梦，所以还有花花，好像都当过了吧？应该大家都当过，应该大家都当过。困难有当过吗？他在这个模式还没，但是他一开始有当过。对，这个我是讲整场太空狼人杀没有当过。我看起来好绿啊，够了。我觉得现在在场大家都挺绿的。我觉得有人还没当过，他那个人叫果果。哇，果果。没有啊，果果果果游戏就直接被 gank 了，没有办法，他真的没有办法。我的游戏被抓走了。他游戏中就被抓走了，这个人没有办法。那默哀十秒。哎，真的是太难过了吧？对啊，太难过了。那我就去按循环了吗？那我试试吧。OK， 还是要先让这个模式还没玩过的人先玩好了。可以，你是线上不能进吗？线上不能进是显示什么？他是说他好像说他的第一次玩这种，他的账号没办法连上，没办法连上他的 Among Us 的账号。我只能开本地游戏，线上没办法开。那就有点尴尬，那就有点尴尬了。本地游戏是单人模式吗？对，单人模式吗？单人模式吗？他好像是在本那台电脑才能玩的。就是大家可以一起连到他的电脑。哦，来啦！噔噔噔噔噔噔，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要拿警棍打我们，好可怕！可怕！我们是……哦，为什么这个？一开始就在我旁边是什么意思？好想知道你在哪里！我好想抢这个有点。我都跳进去了，好想捡枪，差了一步，就差那么一步。没有，我是跳进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被抓起来，好难解哦。他好像会有那个，有一段空闲时间，空的大我哎，哦，这样吧，来，哎呦，我真的会因为我们的警卫爸爸 baby。因为北北不要抓我，不要抓我！我一直按到抚摸，不要再摸！不是，不要！我要按使用，但是我点不到使用，他又跳抚摸。哎呦，阿北，你在干嘛？没事。这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难呢。当鬼不好当，是真的，是真的，因为当你整个视野没有之后。当然视野比较小一点的时候就很容易什么都看不到了哦哦哟这里怎么没有路啊别都遇不到人了完蛋你要不要帮一下完蛋了、啊、等一下我快上船了、啊、我机会死掉了我快上船了突然的死，我在连 WiFi， 一航安安，赶紧来看台，哇，好刺激啊，躲猫猫啊！
这边躲起来，然后如果有人要来的时候，我就可以赶快跳。等不到人，不能做了。阿尼，阿尼的三号就不能做任务了。对，阿尼的三号不用做任务。哎呦！哎呦！哎呦！我感觉，哦，等一下。哦，我还没有跟你说那边有声音。没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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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的不知道我的 WiFi 好像有点慢慢。赶下来看看啊！我的 WiFi 有点慢慢排。躲过就赢了，下来都是躲起来躲起来。我的 WiFi 刚刚有点慢慢排，对，还是游戏爆屏。对，游戏有点。因为我现在看到有点爆屏。对啊，好像有一点点。哦，五秒，是不是？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太可爱了，这不是跨年？看到人家倒数，我就忍不住。原来这是跨年游戏吗 ？No！ 我练一下最后的时间。我们还有谁没有当过猎杀者？我团不能动了，我团不能动了。当过了，我当过了。一米好棒，耶！一百六十了，好像都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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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十六不动了，十六没了。我要被游戏跳出去了吗？应该是已经一百分，一百分，好耶！我不能摸我的宠物。看大家都当过了哈，空白键两个呀，都当过了，都当过了。哦，我也想摸，来，不怕摸，摸了没？可以摸摸。不能摸，他不给我摸。我也是啊，我的也不给我摸啊，超气的。我的花是假的，我的花也是假的，不给我。那有一个很刁钻的角度，那个刁钻的角度吗？哦，要长按吗？对对对，哦，真的耶，哦，我一开始不会摸。哦，谢谢，哇，看到看到，好可爱，可以摸了，开心，大家都在玩。哦，终于有宠物了，真好。那宠物还会闭眼睛，宠物战。我的龙岩怪还会闭眼睛。好了，各位玩上啦，还有还有，最后一场，我们差不多要进入我们的结尾了。好 ，OK。我还有让大家宣传的时间。OK， 我来看看到底谁要宣传，谁要宣传。哦。又是哇，狸猫三场了，好猛啊！哇，最强猎杀者。对，狸猫要开杀剑。真的是最强猎杀者。我希望我的那个会不会有遇到的？很可爱，有够扯的，每次都遇得到。休息室这里。习惯了。在下面，在下面。下面？好酷吗？对，在下面。变成锁杀了。现天线杀了。哦，这个完全看不太到。不要杀谁？太快了，这个杀好快。对啊，这真的是完全太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哎，不能，我们不能两个一起在这里。哎，小声呀，小声！别杀掉，别杀掉！杀！我想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哎，到底在哪里？好可怕！你们收在一起吗？好可怕！压死一个人了！没有，没有，是因为他刚好找的位置都找得到你。对，好，好危险！这个真的很厉害耶！这个真的很危险。哦，我看到有人，好的，我危险，我按错了，我按错了，我怎么回我的？他刚不是跳了吗？他刚不是跳了吗？我不小心按他的。我怕是按到走回来，去别的地方，然后时间到就出来了。哦，那难怪被抓。不是，我刚刚两个，我刚刚是不小心自己走回来的。哦，原来是这样。这么近，这局一不小心就没事，这个还很安全呐，这个还很安全。来，我们两个人呢，我们来当向导。哎，我们今天还没有果蝇，对不对？究竟这会不会变成一局？对啊，目前还没有鬼鱼，我觉得是视角的问题啊。那个快跑！我要走那个下，走水光杯。厉害！是比较快，鬼还是比较快。剩下是谁？胜利蓝吗？对，胜利蓝。这没
丽兰，我看到丽兰，我靠，你要哇，活起来，活起来，哇，好猛啊！丽兰超强了，鬼的视角太强，鬼的视角是真的太强，今天视角强了，太强了，鬼的视角太猛，最猛，来过最高圈，可是我觉得还是鬼的视角。我觉得应该是地图被分割了，就是右边不能走到左边。右边那个地图，它的地图比较难，有点麻烦。地图它，嗯，天哪！哇，狸猫很会耶，打死了，打死了！皮皮狸猫，是真的是真的蛮强，是真的。鬼的手势 MVP 是狸猫，就是我第三次玩这个游戏，然后第一次玩这模式。哇，以后你可以跟别人讲你很会玩这个游戏。你可以跟人家说我是太空狼暗杀最强的狸猫。是，称号直接上。大方的跟人家说玩捉迷藏，然后玩那个狼人杀，也是你都是最强的。没错，我们帮你背新的，什么最猛狸猫，超强啊！我终于有一项不炫炮了，你很棒，耶！Yeah, 好开心！好了，我们今天也直播了多少？2小时42分钟，目前啦。那我们差不多进入我们结尾，然后我们来工商时间，我们先从一个一个慢慢工商，我们先从我们跳跳第一个是。我们的史炼，你要工商什么吗？可以工商一下你这礼拜有什么活动，或者是你有什么周边要卖的？好哇，因为之前半周年是大概1月2号的时候，然后周边大家有预购的都预购过了，要等预购完出货完之后会再上那个现货贩售的部分。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买动漫看看这样。啊，然后我们有。可以去打我们的实验去买我们的半周年的周边，然后没有错，耶！我的那个这个礼拜天还有一场狼人杀，有兴趣的话可以再来我的台看。哇，加油加油！哦，还有狼人杀。啊，谢谢莉莉魔降落，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感谢降落。好了。那我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我们的史炼去做我们的狼人杀的，不是狼人杀，看我看他玩狼人杀，可以去看他玩狼人杀，不做我们的狼人杀，然后也可以去买他这边啊。有兴趣的话，都有在我们的资讯栏，你可以直接飞到他们家门口。谢谢，好喂，好的，谢谢你来参加我的联动，耶！然后再来是咪咪，你有没有要？是啥什么的？有的，就是最近呢，因为感�谢大家，就是让我订阅达到3000，然后我们最近会办一个抽奖活动，那么活动消息会放在推特还有 DC，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的话，可以加入一下，follow 一下米的消息，然后因为米都不排周表，是全图发，所以呢，如果你想看台的话，还是 follow 一下推特跟 DC， 麻烦大家了。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玩，其实莉兰你辛苦了，看你很紧张，没事的。因为大家都是初见的好朋友们。没事，很谢谢你邀请米米来。耶耶，讲完了。我们那个全图发，记得要随时订阅一下，随时追踪一下。对，这麻烦大家了。本土出发，然后再来，谢谢我们的米米参加我们的联动，耶！再来是我的西西啊，好图一直图，我是要成为全职 VTuber 的西西啊。然后，今年的目标是10000订阅，刚有说过，希望大家可以帮忙订阅一下，お願いします。叮，我已经订阅了。哦，感谢，我也订阅了。行动派的。好，明天晚上8点半的时候，然后邀那个接受了我们的米走工作坊的邀请，要玩我们的台北大空袭。所以明天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我们的，来看看我们这边直播，我们会直播明天刚出的热腾腾的《台北大空袭》这个游戏，是台湾制作的哦，大家有兴趣欢迎来看看。OK， 感谢各位，感谢丽兰，感觉是款很不错的游戏。对啊，好啦，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到我们的资讯栏去点击他们家的传送门，大家的传送门，对，可以直接飞到他们家门口。
谢谢我西西啊，蔡嘉文的联动，再来是我的高升贺琳娜。谢谢丽兰让我们有熊看，对对对，感谢所有邀约没联动的大家，真的。没事啊，你其实可以直接念 Ending 啊，没有关系啊，没事啊，没事啊。对，你把全图发出去吧。在意，没事没事，辛苦了辛苦了，谢谢大家来看看，谢谢。首先谢谢杰哥，谢谢小杰，谢谢冰箱，谢谢东湖，谢谢这次让我们沙玩的比较开心，蛮开心的，阿里嘎多，ございました。那至于要宣传的事情的话，对，没错，就是本小姐在昨天情人节的时候有公布了我的二周年的周边。对，没有错，因为一周年没时间筹备，所以直接筹备二周年这样。对，然后呢，再来的话，那目前在冲刺5000订阅。那如果喜欢的我频道内容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到达5000订阅之后呢，艾莉娜这边会开始去委托全新的服装，全新的 3.0 的服装。那请大家多多订阅，阿里嘎多ございました，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耶！我们期待 3.0， 我们来期待 3.0， 定起来，定起来，定起来，订阅，赶快去订阅它。谢谢我们的，感谢我们的慧琳娜来参加我的联动。那再来是我的望燕，好，感谢丽兰的邀约，这是我参加的比较大型的联动之一 ，OK， 谢谢，今天玩得很开心。然后我礼拜六的时候有一个VT 的 Apex 比赛，都欢迎大家可以来帮我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谢谢。谢谢你们，今天玩得很开心，认识了大家，开心。好，谢谢。好，感谢我们望燕来参加我们的联动。那如果大家有对 Apex 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去看望燕把人家用小帮手射爆人家的头。我们看看能不能成功。好啦，恭喜比赛加油！加油！然后再来是丽兰，我有什么东西要宣传吗？好啦，恭喜我们在我出道的第二个月来到了1000订阅，1500订阅其实，感谢我们在出道的时候，出道两个月的时候来到了1500订阅，目前还在神奇的加班台，对，虽然我的加班台可能有时候会突然断掉，有时候突然就我今天要上班要干嘛，然后就断掉了。不过但是还是很感谢大家来参加看我的加班台。然后我的加班台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就是我有一个叫做订阅机制的加班时间，所以是不用付钱，只要帮我把订阅冲上去，我就会无限加班了。免费加班，对，免费加班，这、就是一个，因为怕有些观众比较有点经济上的状况，所以就是让大家也可以参加一下我们的无限加班台。太神了！免费加班台，然后在我们礼拜六也会有我们的 L4D2 的联动，是跟我们的狗狗一起联动的。那我们礼拜六可以看看我们 L4D2 出现。对，然后再来就是未来如果有还有这种大型联动或者是小型联动，我都会再找大家一起来玩的，那辛苦你们了。好，我们来换下一个是我们的果果。我还健在吗？我游戏被抓走了，我的游戏被抓走了，我刚刚直接干脆来测试 L4D2 了。哇，我的游戏，哇，是烂，我要申请退款。对，是新的申请退款，申请退款。太难过，我直接被抓走。那就是礼拜六有跟丽兰的 L4D2， 那有兴趣可以来看看。Yeah. 感谢我们的果果来参加我的联动，虽然他已经是我们常见的联动对象了。好啦，那接下来是我的经纪人，经纪人你有东西要宣传吗？目前要推出产品的话，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估计会是在订阅2000的时候做出来，所以麻烦大家来给个订阅吧。订起来，订起来，订阅订起来，订阅订起来，订阅订起来，订起来，
期待丽兰周边会不会香香，搞不好会色色，有没有？有色色吗？我会不会期待的有点太多？哈，没有吗？好吧，好吧，大家静静的又不让我色色了。好，没事。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灵猫。好啊，好，那个我刚出道没多久，然后谢谢大家邀。谢谢莉兰邀约我来跟大家一起玩，认识了这么多新的咪盆盆，然后，我现在有，抱歉，我被游戏吓到了。没关系，不怕不怕，你继续讲没有关系，继续讲没有关系。好，就是我有那个抽奖活动，感谢大家订阅我到1000订阅，所以有准备抽奖的活动，那个资讯栏都在我的频道下。听到解说下面，然后 DC 也有资讯，可以过来填问卷抽奖。好喂，抽奖。好耶、yeah, ！谢谢大家。大家有抽奖，赶快去抽，我们可以把人家的名额全部抽走。我们把人家的名额全部抽走。开抽。我们不要分给其他人，我们要自己独吞。没有啦，那行。辛苦你了，辛苦狸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了。谢谢。再来是我们的阿雅。好不，那我也先开头啊、感谢莉兰周游戏。好久没有参加这种大型的，就是哎，对，不如来的联动。那新尝试就是啊、我今年想要拼图奇的纸勾勾，就是如果大家方便的话，希望可以来阿雅台挂台，这样子挂台也可以。来、感谢各位，就这样。我每天帮你挂，来挂起来，我帮你挂台。阿雅声音那么好听，一定要挂的对吧？一定要挂的对吧？没有错，该挂了，各位。声音那么好听，该挂对吧？而且还那么漂亮。我们可以来挂纸钩。感谢 LUPO 独角兽，猪排盖饭的订阅，感谢小小小雅，好耶！欢迎，我就开会员开盈利了，耶、yeah! ！哦，加油加油！大家加油！我一直疯狂在请我们的乳酪蛋糕们，快点挂台挂起来。我们狸猫也要凑时数，我现在狸猫好像800，好像是快900了，快900了，我们也帮狸猫挂时数，我们一起新人说一话，加油，新人说一话了，加油，我们 YT 的挂说一话 ，YouTube YT 的挂说一话，然后退群的挂纸哥哥，我们该挂的全部都给他挂起来，对不对？我相信你们很棒的，我相信各位观众很棒的，都是很宠我们的，对吧？对，相信各位观众都是很公平的，大家都很宠我们的吧？好啦，那我们也辛苦我们今天大家，我们凑起来大概10个人，所以辛苦我们其他9个人来帮忙。完成这次的联动，这次是我第一次约大型联动，如果有什么像现在很紧张之类的，还请大家多多包容一下。没事的，你很棒，很棒。丽兰说的很好，辛苦了。丽兰说的一点都对。好了，那谢谢你们来参加我的联动，那我们有机会再跟大家一起联动，那我们先各自转回自己的房子了，大家可以回到自己家里，大家可以回到自己的家里，跟自己家里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聊天，然后我们下次再做个结尾吧。对啊，那如果大家对我们今天的联动伙伴有什么兴趣，或者是有想了解的部分的话，都可以到我们的资讯栏里面，可以找到我们每个联动者的家，大家可以传过去，然后也谢谢我们今天参加本次联动的九位朋友们，大家都是一个很棒、很棒、很努力的 VTuber 哦。那我们如果有兴趣的，对，除了你，没有啦，你是很努力的经纪人。那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帮你他们
按订阅、按追随，然后也可以帮他们刮刮彩，然后凑凑时数，然后拼个纸兜兜或之类的，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大家。在立兰没有，各位我都赠予一份的追随跟订阅。好喂，好喂，在立兰上班休息的时候，大家可以有更多的 VTuber 可以看。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当快乐的弟弟，全部都弟起来。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差不多要到我们的十一点了，那我们准备要转回自己的房子喽。那跟大家说声拜拜吧，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拜拜，辛苦啦，拜拜，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拜拜，辛苦了，下次见。DC 的话可以选择关麦或退出。那我们、okay. 我们先各自转场喽，拜拜，拜拜，拜拜。哦，好像八部合音哦，可爱。好可爱，我们要各自走回自己的那个房间了。丽兰是这么说的，所以我就回到我的房间了。大家辛苦啦，辛苦啦！谢谢你们看到现在，很辛苦啦。欢迎吉娃哥布林军师 ，Hello， 感谢看台。子公公的条件是什么？刚刚去偷看了一下，好像是要平均观看人数75位的样子，所以挂台应该是指说，就是开台的时候可以进来，让他有一个平均的高一点的观看人数，应该是吧？应该是吧，妹妹没有在用Twitch直播、啊，所以不太确定。但是啊，对，大家知道了，就是我知道你们都是很优秀的熊熊，有很优秀的观众。这个妹妹不用教，你们一定会去D台的，对对，这个你们一定懂了。然后订阅什么的也要记得去按下去啦。好啦，谢谢大家，就是觉得今天。但是对，虽然玩游戏上面没有到什么很溜之类的，没有，明明这么长那个，明这么长那个狼杀的，怎么对，还是这个样子呢？好啦，代表我们进步空间还很多，但是呢，对，玩得很开心才是最重要的。今天呢，跟很多没有见过的 V 朋友一起联动，所以真的蛮开心的。对，可以认识更多的人，然后非常谢谢丽兰愿意邀请米莉，很谢谢他，因为大家知道米莉的行程非常的不稳定，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对，有些人可能不太敢邀，但其实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都可以邀看看，想会尽量就是安排一些可以联动的机会，那个时间，对，没事的，然后谢谢丽兰就是邀请修，然后谢谢大家一起来玩游戏，嗯。有啦，很强的，哪像我都不会玩，也、欸、没有吧？你是没有电脑玩这个，要不然你搞不好也很厉害啊，很强啊，熊觉得有进步，对，有进步是好事，有比之前好了，对，我也觉得好很多了，嗯，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来见证你的成长，然后刚刚有说到就是最近呢，要准备3000订阅的时候的回馈，就是办个抽奖啦。那么，熊还在准备，所以再等妹妹一下下啦，辛苦了，好耶，滴起来，滴很棒，滴起来，好，是开心哇，感谢小叶来看熊，你也辛苦了，小叶辛苦了，后奶辛苦了，我也是那个耿耿于怀哎，妹妹刚刚在第一场的时候不小心把后奶给咬死了，真是很抱歉。我想说，哎、欸，这听起来真的很煞死哦，这看起来是问题哦，我咬一下哦，然后结果他竟然不是，我，对，对不起，完蛋了，啊，今天真的是玩得很开心，嗯，躲猫猫也很开心，真的，嗯，好冷哦，想要记得保暖，想穿太暖，我现在在开冷气耶，好热。是不是太夸张？我刚刚想说我们要玩狼人杀，我一定会就是很激动，会热爆之类的，所以就把冷气准备好了。超夸张，嗯。啊，这礼拜有什么行程吗？这礼拜确定的行程的话，目前是没有。对，要在准备其他的东西，所以可能会稍微减少一下直播，因为。
为毕竟你们知道，熊一直很想要玩霍尔格华兹，应该三不五时可能会下午有办法就突发一下。但是德文刚专心准备东西了，也不能再玩了。你不可以一直去霍格华兹，这样不行，这样不行。好啦，不确定，对，没有确定的行程，没有确定的行程。然后礼拜六是要补办补课的，辛苦了，辛苦了。在等熊的消息，我在要是有确定要直播的事情，会在推特还有 DC 做通知。然后 DC 今天忘记做通知，完蛋，玩到一半想说，我好像忘了什么呢？啊 ，DC 对 DC， 完蛋。嗯嗯，伟健辛苦了，辛苦了。再次感谢丽兰，让我们有熊开，谢谢，谢谢丽兰啦。游哥你也辛苦了，感谢来看熊，秘密加100分，好诶、欸、好诶、欸、加100分，谢中途。我对不起，为什么对不起？开冷气，对，我现在开着冷气，我穿着很厚的衣服，对，但是熊的皮毛已经够厚了。怕太闷，然后咱们大家知道，就是开直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房门都是紧闭的，所以呢，没有什么空气流通啊，所以太闷了，太闷了。有时候会开个风扇，那风扇会很大声，所以哦，还是会开个冷气送风什么的。嗯，全突发，想想那皮下脂肪还好，是是是，什么时候才能当黑魔王？我们有以这个为目标吗？下次的那个后的话，就是主要是要学会飞行。对，我们还没学会飞行，这个进度让人堪忧啊！强强强，完蛋了！被你杀两次的恨，我真的很抱歉啦！完蛋，果果也辛苦了，真的是今天那个游戏状况太多了，真的是辛苦了。怎么会这样？这游戏怎么这样搞人？哎呀！好啦，那么今天直播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可以降落在哪里好了。让我确认一下，现在有谁在开台？这在干嘛？这个没有开哦。YouTube 你又骗我，每次都显示有开台，然后我点进去发现没有，没有人在。哦，这个呢？这个今天是不是可以降落这里啊？我设定看看好了。让我设定看看，这里可以降落吗？然后很谢谢大家今天来看熊，因为今天联动的时候通常都很难跟大家说到话，对。但其实Mimi就是怎么说，你们看我直播的时候一直在讲话，然后可能跟你们聊天或什么的，有时候其实是因为熊不太喜欢一个人就是尴尬，你知道吗？太沉默的空气，我会紧张，所以Mimi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其实是因为有这个原因在，所以呢，就是在看到没有办法跟大家好聊天的时候，就会哦不，你们过来还好吗？会想要确认一下大家的状况，然后很谢谢你们，在联动的时候还愿意陪着熊，谢谢你们。然后如果大家对我们的直播内容有兴趣的话，也是可以留个言啊，就是说一下什么对，做得好啊之类的，或是对，或是哦你在做什么啊？没有啦，开玩笑，就是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都可以留言跟熊说，会很开心的。对，就是确认大家都还醒着，然后都过得很好，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直播会比较安心的一件事情。然后对，因为这件事情，所以我真的很谢谢，就是愿意在聊天室留言的熊熊友，谢谢你们，非常非常感谢你们都愿意跟熊说话。好啦好啦，我们等一下呢，这个降落设定应该是成功了，我们等一下降落在雨乐乐的频道。然后他现在正在玩一个农家乐，那是什么东西？哦，好像原本要玩别的游戏，然后鬼转了。对，等一下，他要关台了，不行不行，我们要降落在别的地方，紧急转弯，紧急转弯，抓好，各位抓好吗？紧急转弯了，他要关台了。我们现在准备去其他地方，嗨大家，抓好了。我想说，那看起来看起来游戏很可爱耶，然后对对，然后发现不行，他大概跟他说辛苦了，说巴巴了，不行。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去哪里啊？我看看这边应该没有那么快，这边呢？这边在干嘛？我们去这里吗？啊 ？OK， 这边呢？
OK， 这边我蛮常去的，不如今天也到这里来坐坐好了。紧急降落，不是，是紧急转弯，抓好了，各位抓好了。哇，其实现在很多人在开直播耶，好猛哦。这时间点 ，Cran 感谢来看台，你也辛苦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晚安晚安。我们现在要降落的地方是古灵的家，古灵的家，他现在在玩台北大空袭。然后对大家如果还没有订阅古灵，他可以订阅一下古灵的频道，然后可以留言跟他聊聊天啊，古灵很可爱，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我们的茶艺豆古灵。OK OK。丢丢都妈的，醒醒！是好像要开，他等一下还要开，真的是辛苦了，辛苦了。醒着为你可爱，为你万里，什么游哥的呀？这个游哥必须醒醒，他看起来就是对对，是不是是不是在呛？是不是在呛？好啦好啦，那么各位，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里啦，大家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喽，谢谢你们来看台啦。晚安啦，晚安啦！然后降落在古灵家，记得就是订阅呀、按赞呀。然后如果有要留言的话，来看一下天使规则，没问题吧？西亚说他好像感冒了，完蛋了，完蛋了！听说那边就是住的人好像大家都在感冒的样子。你是熊熊有拿了一个敲是不是？敲敲看会不会醒来？好啦，那么大家，我们今天直播先结束了，大家拜拜，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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